好，我们时间到，来吧，同学们，周老师已经发红包，我们就准备上课了，赶紧手速拿一拿红包。红包拿一拿。好嘞，这个红包结束了，结束了，我再给大家来一个。每次咱们都是当头给大家甩两个红包来了。一心看到你了，红包赶紧的拿一拿。大家每次到课以后呢，都可以回个一啊、六啊什么的，让周老师看到你，咱们呢就开始上课了。好嘞，这个红包呢，我们也结束了。总之，能赶上直播的同学，咱们呢就在发言区冒个泡，让周老师看到你。咱们呢能跟直播，尽可能的我们就课上互动起来，精神打起来。好嘞，同学们，佳宇看到你了，棒棒的。好，我们这个红包也结束了，开启我们本次课的内容。好，咱们的婷婷我看到了，还有戴丽同学，是953号戴丽同学。好，我都看到了啊。那本次课呢，周老师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期中复习课，大家呢也不用提前预习，因为我之前给大家预告了，咱们这次课呢主要带着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物质模块，来复习一下咱们结构模块，然后周老师给大家精选一些好题，好好的来带大家练一练。所以我们这节课呢任务还是很重。很有效果的，所以同学们呢一定要好好的跟上，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发言区回一下，自己学校里面学到哪了，进度怎么样？反正我在上一个班的时候呢，有同学已经学到光合作用了，当然有同学呢还在学什么细胞器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的进度呢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呢，我们整个高一上学期结束，大家基本上就是 PU1 这本书了，好吗？来了，学到模了是吗？一些，好的，我看到了。那咱们在课上的时候，每一节课，周老师呢把所有的内容里面的知识点、考点、考法，都是每堂课给大家做了全面的总结。所以你每次在练题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周老师课上给大家一个点一个点落实的这些点，这就是咱们秋季同步课的一个任务。每节课都特别大量的给大家把这些点都总结出来，你做题的时候都用得到，因为大家要月考、要期中考，各种拿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同步课的一个作用哈。然后我们的第二讲的内容、我们的第三讲的内容以及我们的第四讲的内容，这是有关物质和结构这四讲内容的一个核心要点。我在这儿不可能再给大家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这样过去了。如果大家呢要想按着这些核心要点去进行复习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可以去看我们的打点回放就行了，同学们加油！那我们本次课把一些具体的内容，周老师呢带着大家快速的过一遍，看看这一页里面是什么，是我们的元素。然后元素呢，不外乎有这样的几个方面，你需要掌握。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种类的问题。它分成哪些种类？同学们是不是都记得住了？从含量上，我们分大量元素、微量元素；从它的作用去分，有最基本的碳元素以及基本的碳氢氧氮元素。你想想，哪些生物大分子没有碳氢氧氮呢？蛋白质也有，这个核酸也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些种类，大家要特别特别的熟悉，而且呢，还有它的作用的问题。这是给大家的理解理论是什么？你理解了再把它记下来。不管是元素也好，或者是组成我们生命的化合物也好，只要是我们生命的成分，你都要从两个维度去考虑。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它必然是参与构成我们生命、构成我们细胞的元素，自然也是构成细胞的元素，先构成化合物，进一步来构成我们各种细胞结构，对吧？然后第二个，既然是我们生命的成分，它一定是参与我们相应的功能的。至于什么元素，它构成什么物质，执行什么功能，咱们具体的一一的去进行相应的学习和记忆就 OK 了。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一个统一性和差异性的问题。所以你只要一说
我们的元素这一块，你头脑里边立马想起来，哎，老师，我知道应该有这样的三块内容。然后在我们的今天的复习课程，周老师呢就带着大家看具体的一些和要点。那生物界与非生物界有统一性、差异性，是因为我们跟外界进行交流，所以有统一性。但是交流的时候又是有选择性的交流，不是无差别的交流，所以呢又有差异性。而且同时，周老师还给大家强调了，我们也要会比较生物界本身的一个统一性和差异性。比如说我们常举的例子，咱们的人和玉米，你想想在元素种类上是不是基本相同啊？但是在某些元素的含量上，比如我们氮多，它们氧多，为什么？你们自己是不是能理解？从元素的作用角度去理解，因为我们蛋白多，对吧？因为它糖多，比如它淀粉多，所以它氧多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理解的前提下去进行记忆。因此再给大家强调强调，千万别想着老师我生物就是死因的，永远都不是。生物一定是真理解的，每一个东西都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记忆下来才是最正确的学法。 OK， 然后我们右侧呢是把咱们的这六种化合物，哎，包括无机物水、无机盐，然后呢还有有机物糖、核酸、脂质、蛋白，它的一个含量的问题。当然这里边呢大家重点去记我们的水和蛋白就行了。嗯，鲜种最多的肯定是水，干种最多的肯定是蛋白。如果说鲜种中有机物最多的，那肯定最多的有机物是蛋白质，对吧？那对于元素而言呢，肯定鲜种最多的是氧，因为水鲜种最多，那里面肯定是氧质量分数最大了。如果说原子个数最多的，那肯定是氢了，对吧？那干重的话呢，肯定是碳质量分数最多了。干重啊，肯定是碳，因为干重里边主要都是有机物了。OK， 那同学们通过我们的小题儿，大家是不是可以来巩固一下呢？周老师给大家选的题都是精选的题，而且这些题里边都会涉及到多多少少的一些新情境啊，一些能力的训练啊，一些思维方法，一些实验啊等等。所以咱们不是纯粹只练基本的知识点哦。嗯，周老师选的所有的题都是有目的性的，那大家呢也用这些题来提升一下自己。那来看这道题，我们如何找到回家的路？在2014年诺贝尔奖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呢发现了大脑里面神经细胞两类，一类是位置细胞，一类是网格细胞，就跟这件事儿特别有关系。我们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嗯，那这两类细胞呢，跟这个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虽然给大家这么一个信息，但是下面基本上考大家的是最基本的知识。好，我顺便问大家一句，你们知不知道前几天咱们今年的诺贝尔奖是什么呀？你们知不知道咱们今年的诺贝尔奖课题是什么呢？获奖的，我们的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什么呀？你别跟我说量子纠缠，上一节课有同学说量子，那都是别的学科的，物理学科的，咱们说生物学科的。你们真的不知道吗？我在前面某一次课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颁发今年的诺贝尔奖的之前，周老师给大家练过一道题。那道题应该是在收心课还是在什么时候给大家练的？结果过了几天之后，这个诺贝尔奖颁了之后，我那道题就练那个内容了。所以周老师的这个预测性还挺强的。你们真的不知道啊？不是研究古人类的 DNA 吗？古人类的遗传物质吗？想起来了吗？我们前面练过那样的一道题。好嘞，这道题我检测一下。其实考的都是基本知识啊，同学们来做一下，加油！我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大家可以涉猎一些比较新的信息，因为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这些都会涉及到比如说诺贝尔奖那等等。加油加油，找正确的选项。先把劲儿。只要不是极特殊的细胞，这些基本的知识点啊，种类含量啥的，同学们呢都按咱们标准的去记就行了。好，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同学们很棒哦，这道题我们的正确率几乎到了，就是80%几，快要到90%了，特别棒。舒涵、任杰、
我们的绿军、启星、蜻蜓、晨宇、北辰、意林，还有我们的8361，可以改个昵称啊，还有我们的英熙，你们好棒，前10名同学，特别的棒。好，这道题呢，我们选择 C 选项，上述两种细胞先正中原子数最多的就是氢，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快速的说了这一句了哈。然后 A 位置细胞先正中质量百分比最高的是碳，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氧，因为他说的是先正。那并不是干重，先重是含水的，干重是不含水的哈。网格细胞，你甭管它什么细胞，只要不是极特殊的细胞，都按我们水最多，其次蛋白有机物最多，对吧？然后呢，氧先重最多，碳干重最多，原子数最多是氢，就这么去记就行了啊。那干重这样百分比应该是碳，C 是对的。然后磷和硫都属于大量元素，不属于微量元素。大量元素碳、氢、氧、氮、硫、磷、钾、钙、镁，对吧？微量元素铁、锰、锌、铜、硼、钼。记住后面都有。一个等字儿，都有一个等字儿。我们记的是共性，但是等呢，也不排除一些特异性，有些生物可能还有其他的微量元素、其他的氮量元素，或者有一些特殊情况。好嘞，这道题我们选择 C 选项，然后张老师又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典型的，有没有同学已经练到这种类型的题了？这个题也是我们超级经典的一个题，就是我想研究，通过实验来研究某种元素 X。它到底是不是我们植物必需的一种元素？我想研究。那前面周老师已经告知大家，咱们做实验得实验结论，一定是要有对照，无对照无结论，是不是？这个点已经在我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了。虽然到高三的时候，我们才去。专题大模块的去训练咱们的实验大题什么的，但是跟着周老师同步课，我一定让你把咱们的实验思维啊、我们的逻辑思维啊、我们的一些信息分析能力，慢慢潜移默化的在我们的同步课高一高二呢就要一点点的达成。到高三的时候，咱们再充分的训练，充分的得满分，然后去快速的提升，好吧？你不能说高一高二和高三断节，同学们，要不然太吃亏了。有同学说老师，我在高一高二的时候，哎，我就天天背一背，我发现我80-90分、70-80分完全没有问题了，然后大多数的同学一到高三摸底考，就剩下20-30分、30-40分，这是普遍的现象，在我们生物上，因为尤其是我们可能总体程度较差一点点的学校会存在这种问题。高一二的时候觉着平常没啥问题，但是一到高三脱节了，因为高一二学的那个方向跟我们真正高三以及高考练习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跟着周老师，同学们呢一定啊不能吃这方面的亏，好吗？那我们说这个植物。咱们要做实验，一定有对照才有结论，是吧？那这是小植物，哎，这两个小植物是一样的。然后我要研究这个 x 是不是它必须的，那我们的对照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给它加上 x 元素，一个给它什么没有 x 元素不就行了吗？一组是有 x 元素的，还有一组呢是无 x 元素的。然后我们看看哪一组长得怎么样，最后一比较是不是就有结论了？如果有 x 的一组长得好好的，没有 x 那一组呢长得有问题，出现一些病症了，那我们说 x 就是必需元素。那如果他俩都不受影响，都长得好好的，那 X 就不是必需元素，你去掉了也没什么影响啊，对吧？好，现在呢，同学们再注意，这是我们研究的唯一的一个变量，对照啊，唯一的人为研究变量，你有 X 没 X，这是唯一变量，它俩的结果对应着我们的结论，是不是啊？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啊，除了你研究的这个变量。啊，因素太多了！哎，我问大家，其他所有的元素，除了这个 X 元素，其他所有的元素，其他所有元素，我们是给它什么呢？加上呢，还是都给它除去呢？来，同学们，你选哪个答案？就是反正有一组是有 X，有一组是没有 X，那。对于这一组和这一组，我们是都给它加上其他所有的元素，还是都给它去除所有的元素？你们自己说，你们自己说。哎呀，我们佳宇已经分析出来了，是吗？你们自己说，是加上呢，还是去除呢？你们自己想。比如说咱们人，我要研究 X 元素是不是我们人必须的？那除了 X 元素，我们其他所有的元素，咱们是不是也得需要？那些元素，我们是平常给予我们的，还是那些元素不给予我们的？当然是加上，不加上你就死了哈，对不对？因此，同学们记住啊，我们所有需要的元素都得加上，
咱们所有需要的元素都得加上。记住啊，我们的这一组也好，这一组也好，所有需要的元素都得加上，千万你别说去除了。然后你要去除了，只是一个有 x，一个什么都没有，它还能活吗？有 x 的也活不了，没 x 的也活不了，因为什么？其他必须的元素都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千万要注意。这个思路你不能混乱。如果这个思路都想不明白的话，你思维一定要训练，要提升。好，然后呢，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第三点问题了啊。那这是植物，植物一般情况是活在土里面。现在我需不需要第一组和第二组啊？这两组我都给它加上土呢？土就是它生活的一个基质嘛，就是固定住它，让它在那儿长着，别倒了，别什么之类的啊。当然，这个土里面是不是也有各种各样的营养？你们自己说，土是加还是不加？土是加上呢，还是不加上呢？你看看你们的小思维，你看看你们的小思维，到底我是给它加上还是给它去除呢？你们自己说。现在你说你们的思维在，这个实验这儿真的差。太多了，最基本的都是错的。我当然不能加土了。有人说，老师，我要研究这个 X 是不是人所需要的？你天天吃大馒头，天天吃米饭，你的馒头米饭里面难道没有 X 吗？你告诉我。哦，现在你能保证一个有一个无吗？你天天吃大馒头、大米饭，你们自己告诉我，你能保证吗？是不是啊？想明白了，所以千千万万别加，别加，好不好？给它去除。我们只是让所有的元素都在，有一组去除 X 元素，有一组不单别的元素都在，还要加上 X 元素。同学们明白了？现在明白了吧？明白了，同学再翻去回忆，你千万别加土了，土里面什么都有，连 X 也有。你再给它加上土，你还能做出区分来吗？是不是？确实，原来如此。你说这是最根本、最被根本的一个点，同学们现在还有错误呢。你连最基本的实验题都容易做错的，所以周老师呢给大家使劲使劲的把这一点强调了，不能加土，因为土是什么呀？是天然成分，它里面所有元素啊，我们需要的这些元素它都有啊，自然会干扰你的这个实验啊。所有的元素都有，你加了土，这两组就没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好嘞，那这样的话，同学们来看看我们这个题是不是就做出来了？记住，我们不能用土，也不能用沙土，就是总之咱们不用基质，有基质的都不行，有机制的都不行，所以我们的一二四五就都不选了。因此，咱们就用纯培养液，培养液里面含有各种无机盐、各种元素的这种。然后有一组，你看选不用机制的啊，有一组是什么呢？是缺无机盐 X 的啊，不用机制，机制都不用的。还有一组是什么呢？是不缺 X 的，也就是含所有元素的啊，这一组。对应着我们的什么呢？啊，这一组，然后这一组对应着这一组，同学们看出来了吗？你千万别用七和八，七和八是别的所有的元素也去除了，它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这一个。咱们说了，不能把别的都去除，它就活不了了。好了，那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就选出来了？同学们，我们选三和六，是不是？啊，我们选三和六，同学们加油加油！哎呀，这道题忒经典了，就是一点儿最基本最基本的实验思维，你们都做不对的话，那坚决不允许。周老师不允许大家连这种最基本的实验思维都没有的啊，不行，加油加油！开心了，做对了这回，是不是？加油加油！速度提上来，赶紧的选。这是最基本的思维，必须咱们每一个高中生学生物都要有的啊，最基本的一个思维。好嘞，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OK 了，同学们，结束了。好，这道题呢，我们应该选择 A 选项啊。咱们呢用圈三做实验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对照组是圈六，所有的东西都在，你长得好好的。然后呢，圈三是实验组是什么呢？在六的基础上，
我把什么 X 给它拿走，X 拿走了以后发现它长得不好了，那就说明你做的这个实验组是因为缺了 X 让它长得不好了，X 是它的必需元素。那我要进一步验证一下子，你是不是到底把 X 拿走了，导致你这个实验组跟对照组相比出了问题，你再把 X 加回来呀，是不是？所以这是全的。这是什么？去 x 的。如果我要进一步验证，到底是不是 x 起到的作用呢？我再把什么呀？x 加回来啊，一看它又变好了。所以你看，从最开始全的，我们做一个实验组，这是最开始的对照组。然后呢，我再做一个进一步的验证组。这个思路，同学们 OK 了吧？OK 了，回个一说老师，我知道这个实验怎么做了。我先看一个正常的，我给它所有的营养，它长得好好的。在此基础上，这是对照组，我把 X 给它去除，然后发现它长得不好了。那我的结论就是，X 是它必须的。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去除 X 的时候，导致一些其他因素改变呢？我验证一下子呗，我再把 X 加回来，发现它又好了。的的确确就是 X 的影响，这个思路特别的清晰。OK 了，好，同学们，咱们的有关元素一个能力训练的题，一个超基础知识的题，然后我们来看看有关元素这一块呢，其他所有的咱们学的这些化合物，你呢都要把它们的元素组成记得清清楚楚的。周老师带着大家来整理一遍啊，你就更有数了哈。那水和无机盐没什么好整理的，水就是氢和氧，对吧？无机盐各种各样的种类太多了啊，有是钙盐，有是铁盐、镁盐什么的，咱们不管它。好，然后我们来看有机物里面所有的糖类，甭管是单糖还是多糖啊，比如淀粉、纤维素什么之类的，对吧？啊，比如说葡萄糖啊、乳糖等等，记住，永远只有碳、氢、氧。就这三种，不多不少，记住，只有三种。只要有机物都有碳、氢、氧，糖类就是只有碳、氢、氧。做题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准准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脂质这个家伙，脂质这个家伙呢，我们记得非常清晰。在高中咱们说的这三大类，有脂肪，有磷脂，有固醇类物质，固醇类物质，还有磷脂。还有磷脂，OK，同学们来看，那他们俩记住就是碳、氢、氧这三种。也就是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这一个和这个考的频率可高呢。往往说谁含元素含的最少呢？基本上你就去找糖、找脂肪、找固醇类的物质。固醇类的物质不是有胆固醇、有性激素、有维生素 D 吗？你说这些最基本的记忆，同学们如果记不住做题的时候丢了分咋办呢？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磷脂，磷脂它呢是碳、氢、氧、氮、磷都有的，OK 吧？这个也比较容易记，所以你看它前面这么写的，周老师又给大家展开写的比较更具体、清晰一些。然后核酸的话呢，就是五种，不多不少，不管是 DNA 还是 RNA。它都是碳、氢、氧、氮、磷都有，因为它的单体是核苷酸，核苷酸是不是就有磷酸基嘛？也有含氮碱基，还有中间的五碳糖啊。所以碳、氢、氧、氮、磷这五种不多不少。好，这是一罐核酸，然后蛋白质的呢，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记得非常清楚，它的最基本的元素，也就是说，只要是蛋白质，我甭管你是简单的蛋白质还是复杂的蛋白质，你一定是碳、氢、氧、氮这四种基本元素，因为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碳、氢、氧、氮，蛋白质的基本单位就是氨基酸。好，还有呢，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还有什么呢？还有硫啊、磷呢？那你想想，还有两种氨基酸是有硫的，半胱氨酸还有甲硫氨酸，对吧？如果蛋白质里面有这两种氨基酸，那必然含硫啊。所以很多蛋白质都含硫。还有就是在它加工的时候，它要磷酸化，加上一些磷酸基团什么之类的，它才有活性。甚至于还有一些金属离子集团，比如说有含铁离子的，有含锰离子的等等锌离子的，咱们的血红蛋白不是就含铁离子吗？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蛋白质的元素组成。现在同学们做一道题，你们是不是快速可以拿到分？这就是小小综合题。然后有同学说，老师，我不记得指令是什么了啊？今天我们的最后给大家呢，要总结一下前面。张老师给大家的承诺，咱们的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比较的时候，我给大家再强调一下质粒是什么，在这儿你先记住，它是往往在原核细胞中存在的小型环状 DNA，环状 DNA，其他的凭自己的本事去进行判断，好吧？来吧。
加油加油！这道题做一做，很典型的题，这也是在我们的各种考卷里面经常出现的一类题。你看看，这些基本的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今天下了课之后，赶紧的下载笔记。我们的笔记把整个的物质和结构都给大家传了一下，包括典型的题。我准备倒计时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一。好嘞，来了，来了。好，这道题呢，我们选择二 B 选项。看好了，二 B 选项都是糖，纤维素是多糖，脱氧核糖也是糖，所以它只有碳、氢、氧这三种元素。然后我们看看其他的，这是有机物最基本的碳、氢、氧。如果它稍复杂一些，它就一定比碳、氢、氧多，比如说多了氮啊、多了硫啊、多了磷啊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来看看胆固醇，肯定是碳、氢、氧，这个也不多啊。可是血红蛋白呢？血红蛋白不单有碳、氢、氧、氮，它还有铁呀，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肯定就多了啊。然后你再来看性激素，性激素也是固醇类的，那么它也是碳、氢、氧。但是 TRA 它是 RNA，它是核酸呢，它是什么？碳、氢、氧、氮、磷都有。你说这个怎么还出错呀？怎么回事啊？这儿我已经告诉你，直立呢是 DNA，那必然是碳、氢、氧、氮、磷都有。然后同学们告诉我。周老师，呼吸酶它的化学本质是谁？呼吸酶的本质是什么？你在发言去跟上。哎，酶，咱们说绝大多数酶，它的化学本质都是什么？我们现在能叫出名字来的，只要我说它是什么什么酶啊，它是胃蛋白酶，它是唾液淀粉酶，只要我说它是什么酶啊，这个名字我已经说出口了，你现在能听到的基本上都是谁？对呀，它本身说含特别棒啊，它本身是蛋白质啊，那蛋白质是不是至少碳、氢、氧、氮巴拉巴拉，它至少得有啊，是不是啊，同学们？所以你看看这道题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超典型的题，选不出来啊，怎么回事？加油啊！一定要加油！你们现在机会特别的多，因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始学，你要非得等着啊，这个高一1年过去了啊，甚至高二1年过去了，你等到高三才想起来，老师，我生物之前没重视，我生物之前好像光想着它不是理科，它死记硬背，它什么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过来的，而且一开始周老师就使劲的在扭转你，说你要用正确的方向去学学生物，要听得进去，别等到后边了再焦急、再着急、再后悔，发现呢还得从头比别人付出10倍的努力来弥补，图啥呀？是不是同学们？加油加油啊！周老师呢不会在这儿瞎蒙大家、瞎骗大家，因为咱们永远从头对了啊。正确的开端是什么呀？是一个成功的一半。你要一开始就错了啊，背道而驰了。你努了半天力，死记硬背啊什么的，最后真的得不了高分，好吗？加油加油周老师给大家兜底，有什么问题来找周老师啊 好，然后呢，你们自己再做一个呗，好吧？你们自己再做一个屠呦呦啊，这是我们非常伟大的咱们中国的一个。好，来。你们自己做一下这道题，还是这个知识点的考察。科学家，看着挺吓人的一个信息，但是呢，就是在考大家的刚才的这个考法，元素组成的问题。题里面都是我常给大家说的那些考点，这题里面都有在咱们的课上这些考点。
好，赶紧的，同学们，加油加油！你看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分子里面只有碳、氢、氧元素，没有别的元素。有别的元素它得标出来啊，有氮啊、硫啊、磷啊什么的，没有，只有碳、氢、氧。好，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我给大家精选的题很多都是什么呀？按着咱们的高考方向啊去选的一些题目，不是纯考大家死记硬背的知识点，但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知识点的落实。虽然它里面都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小东西在里面哈。这道题能选择 A 选项，这个图里面这种物质它不是青蒿素的衍生物，浩胆醚吗？它只有碳、氢、氧元素，而只有碳、氢、氧元素的，我们刚才说咱们学过的东西里面有糖，只有碳、氢、氧。然后呢，脂质中的固醇类以及脂肪，它只有碳、氢、氧。纤维素肯定可以选。那胰岛素它是蛋白质，它不可能只有碳、氢、氧。然后叶绿素，你说老师我不知道叶绿素里面含啥，你最起码知道它含镁吧，对不对啊？甲状腺激素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含啥，你最起码知道它含碘吧，对不对呀？这就是我们常考的点，常考的例子，在这个题里面也有。所以呢，我们就选择 A 选项。我不啰嗦了，大家的正确率非常棒了啊！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咱们的化合物水和无机盐。水它的核心要点，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含量之外呢，还有就是结合水与自由水相互转化，它们各自的作用，我不一一的啰嗦了。尤其你比如像自由水，它是良好的溶剂，它为什么能做良好的溶液，从它的物理化学属性上去考虑，是吧？这个咱们在同步课的时候，我一一的重点的都给大家讲了。你指着咱们这一次课把前面每一次课的内容再重复一遍，那是不可能的。我讲的核心要点给大家快速的过一遍，通过典型的题目让大家把那些东西再勾起来啊，好好的再通过题目带一下这些点。大家想回看，要去看咱们前面对应的细讲的那些同步课，好吗？那它做良好的溶剂，所以我们所有的代谢反应都是在水环境当中进行的。如果这个细胞干巴了，你觉得它还代谢吗？它还活着吗？不活着了。因此，同学们注意，如果自由水在正常范围内它的含量上升的话，其实我们的代谢会变得旺盛啊。这个点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考点啊？如果结合水在正常范围的含量稍上升一些，其实这个时候就意味着自由水含量下降一些，它反而是代谢变得缓慢一些啊。代谢变得缓慢一些，老人其实他的代谢变缓慢，他的水含量也会下降，他的表象表面上他也会变得干闷一些、皱巴一些，对吧？这些呢都是关联在一起的。但是代谢慢也不代表没有好处，还有什么呢？它的抗逆性比较强。我代谢慢了，我就不用吃那么多东西，我自己在那憋着，我用自己内部的一些东西维持着就 OK 了，或者叫一种休眠状态，是不是啊？所以抗逆性比较强，咱们那个休眠状态，我可以维持自己活着，不吃不喝，维持千年，千年睡莲的种子嘛。等到我再吸水恢复代谢了之后，我又萌发了，又开始旺盛的代谢了，对吧？这就是咱们的水这一部分的核心要点，其他的不说，你自己再看啊。然后我们的无机盐呢，主要以离子的形式存在，不是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主要以离子的形式存在。那它呢，也是有两大方面。按着咱们说的那个规律，第一个呢，它也构成细胞，你像结合水也构成细胞结构嘛。那我们的离子也构成复杂的化合物，从而构成细胞结构。比如说镁啊，比如说铁，这都是刚才在题目里面也涉及到的。还有呢，就是它也会执行方方面面的生理功能。我们常见的例子，这两个要知道，一个是维持肾脏压，还有一个是维持酸碱平衡。还有我们具体的两个例子，同学们也看一下：血钙过高肌无力，然后血钙过低呢抽筋儿，是不是？好嘞，这都是特具体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糖脂的问题，糖左边，糖要理解它的种类的问题，单糖不能水解，然后呢，二糖、多糖，我们常见的糖的种类，举例以及它到底在植物啊，还是在动物啊，像这几个家伙是不是共有的，特别特别重要。所有的细胞你不都得有 DNA、RNA 吗？DNA、RNA 里面是不是就有脱氧核糖、核糖？然后呢，大家都喜欢吃葡萄糖，葡萄糖是生命的燃料，所以我们细胞共有的是这些糖。然后你像植物果糖啊，
主要是吧？那其实动物呢，它也会有，但是呢，基本上很少，因此它是标上主要。你像动物里面有半乳糖、乳糖，这也是主要，但是你像糖原一定是动物有，植物没有的。你像淀粉、纤维素、蔗糖、麦芽糖一定是植物有，动物没有的，好吧？啊，糖原是动物有，植物没有的。行，这是有关我们常见的一些种类。然后从功能上，还是那句话，你千万别一门心思的在记，说老师我就记着糖是能源物质来着。不见得，你还得从两大角度去考虑，它是做能源物质，它的主要功能，氧化分解功能，变成二氧化碳水，把能量释放出来给生命活动用。但是它有别的作用啊，比如说它也能储能呢，啊，不只是氧化分解，我平常可以存储着呀，对吧？像淀粉，像糖原儿啊，虽然最好的储能物质是脂肪啊，还有呢就是。它能构成细胞壁啊！一提到细胞壁，你脑子里面一定会想到，哇，细胞壁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就是多糖啊。不管是植物壁还是动物壁，动物没有壁啊，不管是植物壁还是细菌的什么之类的，它都是糖类啊，特别的多呀，是不是啊？多糖比较多，像这个几丁质是酵母菌那些真菌的，对吧？像纤维素是植物的，还有那个细菌的肽聚糖啊什么之类的。好，然后脂肪这个脂质里面呢，这三大类我还给大家记过一个比较简单的，让你们记得更清晰的一种记法，就是你简单把脂肪记成储能值，把磷脂记成结构脂，把固醇记成调节脂，简单单这三个小词儿，储能、结构、调节，你呢印象就比较深刻一些。至于里面的一些要点，你们自己看吧，我不再啰嗦了。也就是说，这些最基本的你得掌握。你比如随便举一个胆固醇，胆固醇它是可以起到调节的作用，调节我们血液当中脂质的运输速度，对吧？那它还是构成我们细胞动物细胞膜的成分的。还记不记得动物细胞膜里面的胆固醇跟什么有关系？跟膜的流动性有关系啊！只要胆固醇在，我们的膜就刚柔并济，你们有没有印象？咱们在课上我讲到胆固醇在动物细胞膜里面的作用的时候，你们感觉哇，老师好有意思啊！这个胆固醇它可以让我们的细胞膜变得不那么的坚硬啊，那坚硬它流动性就流不太动了，就固定住了，是吧？但是我们需要有流动性，所以它让它柔，但是同时它也可以让它变得刚一些。你越柔越柔，流动性越来越强。至于这个膜会不会散架了呢？不会，胆固醇会让它更往一块聚，更坚硬一些。所以刚柔并济就是胆固醇的作用，在我们的膜中。好，其他的我不啰嗦，你们自己看。还有糖和脂的关系，我问大家，糖是能大量转化成脂肪，还是脂肪能大量转化成糖在我们的细胞内？你们自己说，一，糖可以大量转化成脂肪；二，脂肪可以大量转化成糖。在正常情况下，你们自己想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考点，同学们要知道的。我们在题里边也经常考到用的。对了，应该是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吃糖吃的特别多的时候，你会长胖啊，你会转化成脂肪。说咱们在课本上有一个例子，就是北京鸭，我们喂高糖饲料。然后它就变成肥肥的啊，脂肪厚厚的鸭子了。这就是，哎，对了，糖能大量转化成脂肪，但是正常的情况下，脂肪并不会说大量的转化成糖，除非你的糖用的差不多了，或者说糖代谢发生障碍了。所以咱们减肥还是有点困难的，对不对？好嘞，这是二者相互转化的问题。然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等质量的糖和脂肪，谁氧化分解放的能量多？你们自己选，一糖二脂肪，等质量的。糖和脂肪，谁氧化分解放能啊多一些？也就是说，等质量的谁含有的能量多一些？这个点是不是也是我们常考的一个点？谁呀？谁含有的能量多一些？你想想，谁存能量啊？谁做储能物质，谁肯定就多吧？它存的多呀，对吧？应该是脂肪啊。这个点不也是咱们课上给你讲通透了，让你记下来的吗？因为脂肪里面碳氢比例高啊，氧特别少。脂肪是由甘油加脂肪酸形成的，脂肪酸你知道是什么玩意儿？是 CHR，CHR，CHR，最后 COOH。所以脂肪里面没有几个氧，特别少。但是碳氢贼多，但是我们的糖基本上都是 CHRO，有一个碳就有一个氧，有俩氢就有一个氧，所以氧还是挺多的。因此你想想，等质量糖和脂肪在氧化分解的时候，必然是脂肪耗氧量大。啊，放能多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脂肪做储备，而不是说直接氧化分解脂肪来释放能量。我们没有那么多氧用啊，它得耗氧耗得可多呢，才能把大
大量的能量释放出来。咱们可没有那么多的氧用啊，咱们的肺活量没有那么大，我们血液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氧供给直接氧化分解脂肪。OK 了，这都是咱们课上的基本的点。有的说老师，我要赶紧的回去再一遍一遍的好好巩固一下咱们回放，至少你要把咱们的游戏的课件下载下来，从头到尾的再好好巩固巩固，是吧？在我们的期中考试前，好嘞，同学们，咱们看小题儿了，来吧。下列有关细胞中化合物及其细胞结构的说法正确的是啊，咱们精选的题综合性比较强。来看 A 选项，自由水含量显著减少，它的代谢肯定是变缓慢了呗。他说这个细胞一定是衰老状态，你们自己肯定会说老师不一定。我需要的不是你们这么回答问题，而是你把实际的其他情况再举出来，说老师我还知道哪个细胞也是水含量下降了，但是它不是衰老，它是另外一种状态，你得举出来呀。来，再把人去举，你看这个细胞，人家就不是衰老，但是人家的水含量也下降了，代谢也慢了，什么呀？你想，所以这就是同学们有没有掌握东西啊？有没有掌握我们所有的知识点、考点、考法啊？在你的库里面越存越全才行。再有一个词，周老师给大家写出来，是不是？人家休眠了，人家没老，人家就暂时性的休眠了，可以的。那休眠在那儿，可不就代谢缓慢了，水含量下降了，是不是，同学们？好，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该掌握的东西，不是模模糊糊的做题。说老师，这个必定。我大概蒙一下它是错的，那你这样蒙算怎么回事啊？对不对？你高考的时候全凭蒙吗？可不行的啊，咱们得凭真本事，谁也不要凭说老师我投机取巧，你告诉我一些什么那个投机的招，一些什么的招，那些是最末了实在没招了，咱们锦上添花的一点小事儿。而大家最根本的应该是把该掌握的所有的本领把它拿到手，也就是周老师给大家强调的所有的知识点、所有的原理、所有的考法题型以及咱们的能力，这些东西是你永远需要重点掌握的东西。然后其他的技巧咱们锦上添花啊。好，然后二 B， 在 RNA 质粒和叶绿体中均含有核糖，核糖可别忘了，它是 RNA 中的糖，不是定位。定位一种糖是脱氧核糖，然后这个家伙刚才说了它是定位，所以它就不符合。但是这个符合，而且叶绿体中我问大家有没有 RNA 啊？有啊，叶绿体是半自主细胞器，它有自己的 DNA， 有自己的 RNA， 甚至有自己的核糖体。核糖体里面不也有 RNA 吗？对吧？所以叶绿体也符合，因此它问题出在质粒上。然后 C， 水的特性决定水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体现者，是生命的摇篮。后半句这儿没问题，我们诞生在水中，到现在为止以及进化到最后，咱们的所有的细胞都不可能完全离开水，在完全干燥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细胞肯定是活不了的，所以后半句没有问题。但是这一句有没有问题？水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体现者，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忒有问题了，把水换成谁？换成蛋白质吧。大家记住，我们单眼皮、双眼皮、直头发、卷头发，这直接是谁的体现？是蛋白质分子结构的体现。你的蛋白什么样，你的样子就什么样，你的蛋白什么样，你的功能特点就什么样。有人爱拉肚子，有人不爱拉肚子，是吧？有人代谢比较旺盛，有人代谢比较旺，这一切都跟你体内的蛋白质有关系。所以蛋白质是我们一切样子的直接体现者，以及我们功能的直接承担者、直接体现者，好吗？那四 D 选项，生物体，现在这里面只有四 D 是正确的了，是吗？其他的都有错误。生物体中的核酸具有携带遗传信息，核酸不就是 DNA、RNA 吗？对吧？如果对于细胞生物而言，它的遗传物质一定是 DNA， 因为两种核酸它都有。对于病毒而言，它要么是 DNA 病毒，要么是 RNA 病毒。总之，只要是核酸它就可以充当遗传物质，这没有问题的。当然它也可以参与细胞器的过程，刚才说叶绿体、线粒体它们是不是都有相应的核酸，就剩下这个了。好，我们平常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来着？绝大多数的催化剂酶都是蛋白质，你说的是绝大多数，那还有什么？还有 RNA 也可以是催化剂酶呀，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学到，等到下面咱们马上要学酶那讲的时候，给大家呢去讲那个东西哈。那我记得在某个讲次的时候，我给大家提过，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你不要现在感觉着，老师，我觉得蛋白质可重要呢，直接体现我们的生命，干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活。其实告诉大家，在我们原始的地球上，在我们古早的生命的时候，
谁是这个能力者呢？RNA，在古早生命的时候，RNA 承担了一切的生命活动，明白？它也是有古早的那个催化能力，到今天我们的体内还保留着一些有催化能力的 RNA 呢，只不过你现在没有写呢。好了，那这一道题咱们开开心心拿个学分儿吧，好吧？我们开开心心拿个学分儿，来，接着往下来。咱们每做一道题呢，要有一道题的效果，不要模模糊糊的做题，也不要盲目的老师，我就刷题刷题，刷了半天发现没有最有效的收获，那就是瞎耽误时间，对吧？瞎耽误精力。好，五、四、三、二、一，结束。小手快一快啊，答案都给你们了。我看见十二了，好嘞。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这道题是不是又有点能力的啊？这个在里面了，它就是有信息啊，有一个实际的情境啊。来，咱们看看它怎么操作的啊？用葡萄糖培养液培养脂肪细胞。好，我把脂肪细胞扔到这个培养液里面啊，这是我们的活细胞呀。在体外进行培养，但是这个培养液里面，它给了它营养物质，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葡萄糖分子。在这个营养液里面，即使没有像培养液里面低加脂肪，没有啊，那你这个细胞不是会分裂产生新细胞吗？结果发现新产生的细胞里面竟然出现了脂肪，也就是油滴啊，也叫油脂，也叫脂肪。为什么？你明明吃的是葡萄糖啊，那你怎么现在里面新细胞里面竟然能合成脂肪，能出现油了呢？为什么呀？刚才是不是讲这个知识点了？因为葡萄糖在我们的细胞里面能转化成什么呀？能转化成脂肪。我问大家，是不是在培养液中葡萄糖转化成脂肪？你们自己想，是不是在培养液中葡萄糖变成脂肪，再钻到新细胞里面去？是吗？当然，怎么可能啊？想想最基本的思维，这是生命过程。你直接在那外界水溶液里面给我发生这个过程，你也太牛气了。除非人为的进行一些实验啊，化学家怎么调整怎么调整，给他一些条件，看看他到底能不能转化，太艰难了，对不对？我们细胞内发生的这个过程，咱们细胞忒牛气了，在我们细胞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变化，你在外界溶液里面哪有这种变化？是不是啊？你不能小脑的瓜连这些基本的分析问题的这个角度都没有，说老师我脑子空白，这些东西我想不明白，不行，慢慢的锻炼好吗？二 B，葡萄糖转化为脂肪后，其元素种类不会改变，哎，还真是的，不会转变，这个没有问题，它让你选择葡萄糖转化为脂肪元素的种类会发生改变啊，我直接会，我直接读的不会，它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它错了，因为都是碳氢氧啊，都是碳氢氧，种类不会发生改变。然后 C 选项刚才也讲了，等质量的脂肪糖氧化分解的时候，脂肪释放能量多，这个呢是一个纯粹的知识点，咱们就出来了哈。然后 4D，在细胞中脂肪也能大量转化成糖，刚才说了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的，所以虽然给你扣上了一个帽子，有一些小小能力的考察啊，但是是不是还回归我们的知识原理本身啊？因此，同学们记住，我们的像模像样的考卷，没有说老师我就考那个什么呢？什么知识背景也没有，就凭着我的小聪明，我猜啊，我啥也没学过，没学过高中生物，我就做高中生物卷，那样的题多吗？极其没，几乎没有，几乎都背后有相应的一个知识背景来考察你的能力，好吗？咱们现在做的才是啥呀？才是最基本的一点点小能力的题。你拿那个高考卷，你自己是山东的还是广东的还是河北的还是哪里的？你自己拿个高考卷，你看看哪一道题是考你纯知识点的没有？全都给你一个新信息，给你一个实验，给你一个资料，给你一个啥，然后背后套着咱们的知识原理，好吗？同学们加油！咱们现在还有很多的时间，还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把东西给它扎扎实实的掌握啊！好嘞，这一道题咱们又开心拿个学分连对一下下来喽，加油！我们的糖汁就差不多了。好，五、四、三、二、一，结束。
行嘞，咱们再来看一道知的题，好不好啊？我们再来看一道知制的题，看有没有浙江的同学。这是浙江的一道高考题呀、啊！哎呀，周老师都给你们上这些题了哈。那咱们来看一下啊，找正确的选项，油脂可被苏丹桑染成紫色呢？搞笑呢？哦，紫色那个是什么？那什么双羧尿试剂染蛋白质是吧？苏丹桑染油脂应该是橘黄色，苏丹四应该是染油脂红色，对吧？啊，基本的我不说了。磷脂主要参与生命活动，磷脂应该是结构脂，构成我们细胞膜的基本支架，所以它是结构的。这个也错了，胆固醇使动物细胞膜具有刚性，诶，这个是对的。刚才我说了，它又有刚性又有柔性，刚柔并济嘛，对不对？C 选项没有问题。然后植物蜡。我问大家，你们吃苹果、梨、吃橙子什么之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表面滑滑的，总感觉有一层蜡？有没有？有的同学可以再翻一句回给你说，老师，我真觉得是。那尤其什么蛇果呀，什么之类的，甚至于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冬青叶子啊？就是有一些植物，它的叶子比较厚的，它表面是不是有一层蜡？对吗？那这一层蜡，最起码你掌握的、知道的点是什么呢？你知道它是脂质，这层蜡是脂质。而且为什么在表面有一层蜡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表面有一层蜡？哎呀，来了来了，我们的生生来了，真棒啊！因为它最起码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啊，以及防止水分散失，对吧？要不然水咔咔的都走了，现在我糊上就相当于油封。的那个意思，下面有水，上面盖上一层油，那油那水就蒸发不了了，是不是？水就那个散失不了了。哎，所以植物蜡也还是挺有作用的，人家要保护自己，是不是？你人吃的时候把皮儿削一削，把那蜡洗一洗去一去啊。好嘞，那这道题咱们搞定了。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核酸和蛋白质，加油，跟上啊！我们这一节课咔咔的来进行要点的复习，尤其是。特别这个有效的一些题目，小手别划，小手别划，小手别划。这植物蜡是表面的，不是我们的那个膜结构啊，不是我们的膜结构，咱们的膜结构里面是磷脂蛋白质糖类。这个植物蜡是指的那些果实表面呢，然后那个叶片表面啊那些啊。好嘞，五四三二一，结束。哎呀，盛帅，你手速这么快，第一个。好嘞，那有关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和核酸的问题，同学们呢，快速的来过一过哈。我们的要点都在这里了，蛋白质两大方面的这个功能，不啰嗦是吧？它的基本组成单位，氨基酸，氨基酸的结构通式以及氨基酸的那个必需氨基酸、非必需氨基酸它种类的问题，对吧？还有就是整个的由氨基酸脱水组合，然后再盘曲折叠形成蛋白质，蛋白质分子结构具有多样性这四个词，氨基酸的种类、数目。排列顺序千变万化，以及形成的空间结构千变万化，这四个方面导致我们的蛋白质分子具有空间结构上的各种各样的差异性，有那么多种类的蛋白质，好不好？周老师再提醒大家一句话，就是什么呢？你不要觉得说老师怎么那些计算题我觉得可难了，我要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训练那些计算题？你记住，咱们蛋白质这块的计算一。赖于什么呢？你这个结构，也就是脱水缩合这个过程，你真明白了，那些计算你真会了，而不是光揪着那些计算题吭哧吭哧的。咱们又不是数学，咱们是生物，是考你生命原理的。所以在高考卷里面很难涉及到那种贼复杂的说，就抠哧抠哧在那儿计算，不是，是在考你什么？在考你数学思维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场景里面来。所以大家不要。跑偏好吗？啊，你不管你在学校说老师就天天给你练100道全是蛋白质的计算题，没有必要啊。但是前提你的脱水缩合是真会，真会了之后那些计算呢你就没啥问题了啊。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核酸这儿呢，主要就是它的一个种类组成上啊这一块，比如说它的水解产物初步，DNA 水解产物是四种脱氧核苷酸，RNA 水解产物初步是四种核糖核苷酸，但是呢，它们又可以彻底的水解成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对不对？哎，这些种类的问题呢，同学们要注意一下。待会儿咱们通过一些题来考察一下大家。这个表格其实我在咱们同步课上就给大家整理过。然后第二个表格呢，就是不同生物体内它的相应的一个种类的问题。咱们记得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你试试。
爱我吧，对不对？哎，如果对于病毒而言，它只有一种核酸啊，那么一种核酸，四种碱基，四种核苷酸。那对于我们细胞生物而言，不管是原核细胞还是真核细胞，两种核酸 DNA 都有，所以就是五种碱基 A、G、C、T、U 都有八种核苷酸，对不对？你试试，爱我吧。OK，来，咱们看看这道小破题儿，同学们加把劲儿，多选。我可以告诉大家，双选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双选。你看看这里面找。极其不正确的选项，两个，加油，有点难度啊。但是这题周老师出的有目的，纠正你们的一些错误思维、错误想法。我说了啊，两个正确选项。这么难选两个正确的组合，组合 C42。找不正确的两项，不正确的两项。两个正确的你们也确定不了是吗？没事，Sunny，别生气啊。如果是点错了，不要生气。如果是不会的话，自己着点急，把它纠正过来，是吧？回到解放前了。好嘞，我倒计时了，10、9、8、7、6、5、4、3、2，结束。好嘞。告诉大家双选了两个错误的，咱们选择 A 和 B，也就是说 C 和 D 是对的。你看看 C 和 D，细胞内蛋白质水解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酶的催化？酶本身是什么？是另一种蛋白啊。所以咱们的唾液淀粉酶啊，我们的胃蛋白酶啊，它本身都是蛋白质啊。因此他说，你蛋白质被催化水解的时候，被酶催化水解的时候，那个酶不就是另外一种蛋白吗？这个 C 肯定对，选 C 的同学咋回事？啊，12是大佬是吧？12出来赶紧冒个泡。有人说你是大佬，好，那蛋白质变性过程不就是空间结构造成破坏吗？比如把蛋白把那个鸡蛋煮熟了，把肉煮熟了，对吧？所以这些高温呐啊，强酸强碱是让它空间结构造成破坏，但是肽链儿肽键没有断，肽键如果断的话，需要相应的酶水解它，对吧？啊，所以四 D 选。C 和 D，如果你选了，你真的是基础知识不到家呀，我就要生气了。你们自己呢，一定要加把劲。你现在还不着急的话，现在咱们还将将没到期中这一段。如果越往后走，越往后走，你自己插的东西越多，自己是不是就开始焦虑了，没有信心了？所以周老师老是在这啰里吧嗦的给你说，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才能越走越踏实，越全面，越没有漏洞啊。妍希。那个蜻蜓啊，之前的课跟着上了吗？蛋白质那一讲跟着听了吗？妍希不是变性，妍希是加的盐忒多了。蛋白质也是溶质，盐也是溶质，它们在抢水啊，盐把水都抢过去了，蛋白质可不就吸出来了？你再多加点水，它不又融回去了吗？我就这么简单两句话，你明白了是不是？它根本没有影响到蛋白质的任何分子结构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A 这个家伙是一种环八肽，那分子中有七个肽键，这不是搞笑呢吗？如果是环状八肽，它又不是掐头去尾啊，有头有尾的链状八肽。如果是链状八肽，它是七个肽键。啊，现在是环八肽的，它可不就是八个肽键，对吧？一个氨基酸就一个肽键，一个氨基酸一个肽键。如果 A 选项你还不选上的同学咋整？要急死个人了啊！那二 B 选项是我要给你们好好的说一说的，你们有的一些想法想的太不好了，就是定 A 是双链，你想到了这条链和这条链中间有碱基，AT 碱基中间是两个氢键，CG 碱基之间是两个氢键，你就这么死记硬背这件事儿了是吗？
那我问大家，咱们前面讲蛋白质的时候，盘曲折叠，我给大家在课件里面展示的图，我问你，维持蛋白质盘曲折叠之后，空间结构的有没有氢键这种作用力？有没有氢键这种作用力？你看这块靠得近了，可不可以这儿有一个基团，这儿有一个基团，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吸引，形成静电吸引力氢键？有没有啊？有的。所以为什么要死记硬背东西？你背多少算多呢？啊，你又不是3岁小孩，刚开始识数，刚开始记 A B C D，记字母什么？你要理解东西啊！生物永远是理解了才能记下来，不理解记了那是一点用都没有，就是这样。所以同学们记住，我们只要是复杂的分子，它盘曲折叠，其实往往都需要氢键来给它维持空间结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就算你 RNA 是单链，怎么了？RNA 是单链，它不可以盘曲折叠吗？在我们的核糖体中有没有 rRNA？有啊，核糖体当中的 rRNA 是不是跟 R 蛋白盘曲折叠形成空间结构，形成核糖体？它在盘曲折叠的时候，它也可以有氢键啊，对不对？谁说单链就一定是在那儿抻巴着啊，就一点儿不盘曲折叠了呢？是不是？所以同学们学问题要学明白，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去记啊。好，这个是我给大家想强调的。RNA 是单链，就一定没有氢键吗？谁告诉你的？不是的啊，我可没有那么讲过。好，咱们很多那个辅导书上或者很多老师在讲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这么说：说 DNA 双链有氢键，RNA 单链没有氢键。这能行吗，同学们？不能行啊，不能那么去记。问题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后面会学相应的功能。你在想它发挥什么功能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有氢键，什么时候该没有氢键？咱们的后续学功能学得多了，同学们理解的呢更好一些。来做一下这道题，我看看有多少同学能做对。看看你们到底被周老师测出多少问题来。测出问题不怕。问题反映出来，你应该高兴啊！我们课上把它解决了，你真正考试的时候，这一块就搞定了，是不是啊？所以不要怕跟着这老师说，老师你怎么课上的题我全丢分了或者什么的，越这样你应该越高兴，因为检测到自己的缺漏点了，好吗？加油！预先十二大佬不出来见你。好，来，我倒计时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造了个火箭，怎么回事啊？好嘞，这道题咱们选择，我看一下啊，起星、金石、真金石，出来冒个泡呗。北辰、丽君、嘉庆。啊，顺顺十二，好耶！感叹号，呵呵，你们几个都是又快又准的，特别的棒啊！这一道题我们选择二 B 选项，我们来看看，我画一个简单的小简示，这是谁呀？这不就是核苷酸吗？啊，那么这个核苷酸是核酸的基本组成单位，如果是 DNA 的，它就是脱氧核苷酸；如果是 RNA 的，它就是核糖核苷酸。而且人这儿说的是，大肠杆菌细胞中只要有细胞，它就应该是 DNA、RNA 两种都有，它又不是病毒，病毒只有一种核酸，对不对？那现在是彻底学界，并不是说得四种脱氧核苷酸加四种核糖核苷酸。有的时候老师这样的话，不也是8种吗？所以你蒙对了的话也是8种，但是事实上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四种脱氧核苷酸以及四种核糖核苷酸还能进一步水解，才叫彻底水解。所以这儿也能水解，这儿也能水解开。这样水解完了之后呢，这边是含氮碱基，中间呢是五碳糖，然后你看一个碳、两个碳、三个碳、四个碳、五个碳，然后左边呢是磷酸。我们来看看 DNA 彻底水解得到的产物是什么呢？得到磷酸。得到中间这个家伙是谁呀？中间这个家伙是脱氧核糖，这种五碳糖，脱氧核糖，
然后右侧是谁呢？右侧是含有氮的碱性基团，含氮碱基。但是这个含氮碱基有四种，A、G、C、T 这四种。那 RNA 彻底水解的产物是什么呢？是磷酸，是磷酸，然后是核糖这种五碳糖。以及四种碱基是 A、G、C、U，所以同学们来看看，它们混在一起总共是多少种？你们自己说，总共是多少种？看出来了没？总共是多少种？我发现了，这俩一样的算一种，这俩不一样算两种，然后它和它是一样的算一种，然后呢，G 和 G 是一样的，C 和 C 是一样的，但是 T 和 U 是不一样。你数数多少个三角，那可不就是八种呗，对不对？是八种，磷酸是重叠的，A、G、C 是重叠的，是不是啊？好嘞，那这道题咱们就算选二 B。就选二 B 了。如果现在我随便再问你一个啊，我将 DNA 彻底水解得多少种产物？我再帮你去赶紧回一个，答案就在你眼前呢。我将 DNA 彻底水解，它的产物应该有多少种呢？现在你是把它们混在一起都彻底水解。现在我问你，只是彻底水解 DNA，答案就在你眼前，你们自己看嘛，多少啊？你回个数就完了，再帮你去。答案就在你眼前，应该是什么？是多少？回完了以后我们就下课喽，赶紧的，是多少啊？是多少呀，同学们？哎，玉轩说的就特别对，你就去回一个就行了，应该是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嘛，就是答案是六。好嘞，咱们休息一下，我们14:13回来，好不好，同学们？记住这个点回来，然后呢，我给大家。发红包啊，14:13不是13:14啊。好，我有红包召唤术，咱们休息一下吧，同学们休息一下下。可以在班级去交流，也可以真的稍微啊休息一下下，记着准点回来。我给大家放个歌听一听，放个歌听一听。Every day is so wonderful. Suddenly, it's hard to breathe. Now and then, I get insecure from all the pain. I'm so ashamed. I am beautiful,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Words can't bring me down. I am beautiful in every single way. Yes, words can't bring me down. No. So don't you bring me down today. Oh,
So bring me down today. 分析后面的内容，接着进行复习。还有谁没有回来拿红包？赶紧回来拿红包喽！咱们接着后面的课程了，赶紧回来。好嘞，我们这个红包结束了。结束，停止，来，那我们物理这一块呢，周老师给大家快速的过的差不多了，最后呢还有一个概念再给大家呢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生物大分子这个概念，记住咱们的生物大分子简单的严格的定义就是由单体聚合成的，也就是说它的基本组成单位是 X 括弧 N 个 X 这样的形式，所以严格来说脂肪并不是生物大分子，因为脂肪不是单体 X 括弧 N 这种形式，它就是甘油和脂肪酸脱水形成的，但是它不是整个的一个多聚体，好吗？下面给大家举的这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纤维素是多糖，淀粉是多糖，糖原是多糖，它们的基本组成单位都是葡萄糖，好吧？这些例子我就不一一的给大家啰嗦了。那我想问大家的是，多糖也是生物大分子，蛋白质也是生物大分子，如果它们合在一起的糖蛋白算不算生物大分子？同学们说，糖蛋白算不算生物大分子？它俩都是，那糖蛋白是它们的复合分子，更是生物大分子，也是啊，都算。
算都算的啊。然后呢，有关他们的水解，刚才咱们是不是做题也考察到了，像定 A 是由脱氧核苷酸（括弧 N） 形成的这种多聚体，它初步水解就是四种脱氧核苷酸，彻底水解呢就是它们，而且总共这个碱基有四种加一块是六种。刚才那个题咱们已经做过了 ，RNA 我也不说了。然后呢，像蛋白和淀粉，它们也都是多聚体，它们的基本单位呢对应的是氨基酸和葡萄糖，但事实上它们如果不彻底水解的话，它其实是先水解成一段一段的多肽，然后它呢实际上先水解成二糖，然后再进一步水解成葡萄糖这种单糖。 OK 了啊，那同学们来看一下这道题，加油，这道题 OK 不？有关生物大分子的一种考察，同学们多掌握掌握基础知识啊！咱们 A 班的同学，周老师鼓励大家，你们自己不要妄自菲薄。说老师，我 A 班同学，我就是差，你刚学怎么就差呢？从一开始加上油啊，使上劲儿，你不会比别人差的啊！好，我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所以周老师给大家的结论就是，大家智力上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我们都上高中了，智力上不会有很大的差别，都在正常的这个水平，最大的差别是你的努力程度和你的态度的问题，好吗？人家一点一点跟着的同学，一点一点不松懈的同学，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同学，人家越来这个成绩会越来越好，一直能自我把控着。如果你是什么呢？今儿学明儿不学，今儿学明儿不学，如果这种问题比较严重的话，你就可能就会出现说很多东西不会，很多东西很多分都丢，是吗？同学们加油啊！那这道题能不能选择 A 选项，就是一个基本的知识点啊，同学们啊，血红蛋白是蛋白质，它的基本单位是21种氨基酸，而定 A 呢是核苷酸为基本单位，它是四种脱氧核苷酸为基本单位，像淀粉、葡萄糖，它们就是一种基本单位，也就是葡萄糖这一种基本单位。你说这样的题你选错了，周老师怎么办呢？周老师叮嘱大家，好好的从头到尾，别缺知识点，好好的跟着学。你缺的越多，那你最后就只能说，老师他学得好，我学得他。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呢？那就是给自己的懒和不努力，和什么三天打鱼两头晒网，和什么态度不端正，给自己的这些方面找一个借口。只要好好学，谁都能学得会啊。没理解题目所以错了是吗？啊，多做一些题目能够什么比较直接充分快速的理解题目，好吧，不要每看到一个题目老是误会。加油生春。好嘞，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咱们的第二大模块，就是有关我们结构这一块哈。咱们结构呢，我们同步课学的时候也是先讲的核先讲的膜，再讲的核，然后再讲的细胞器以及我们细胞器的一个合作，也就是生物膜系统的问题，对吧？来，我们快速的过一下。首先看一下我们细胞膜和核的问题。膜呢，我们来看它的主要成分，这样的三大类啊，少量的糖类，主要就是磷脂和蛋白质。然后它的功能呢，一个是边界，保证内部的一个稳定性，还有呢就是控制物质进出，以及进行细胞间的信息交流。而且信息交流常见的方式，我们学的时候也是这三大类方式，不见得都是膜外表面的糖蛋白在起信息交流的作用，它也可以甚至于是胞间连丝，直接两个细胞之间连通进行物质交流和信息交流啊，对吧？而且还有控制物质进出上，它是极其严格的啊，有效控制吗？也有相对性啊，要不然你病毒怎么能进来呢？对不对？好嘞，那有关咱们这个膜结构，你看这是典型的那个流动镶嵌模型啊，自己呢动手也要能画得出来，因为我们考题常出这图，是不是啊？把这些要点周老师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你们是不是准备下了课赶紧的下载课件，是吧？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呢，这个是核的一个最基本结构。首先呢是核膜和核孔，核膜、核孔它们是让
核和质之间进行物质交流的。那核膜本来也有选择透过性，它是双层膜，但是呢，为了高效的交流，再来点核孔，而且交流比较旺盛的、代谢比较旺盛的那种细胞，它的核孔数量也多一些。核孔这儿交流的物质也是有选择、有控制性的，而且这些例子同学们要知道，比如说某些蛋白得钻进来。比如说信使 RA 得钻出去，对不对？这些呢同学要有印象。然后染色质和染色体它们呢是同一种物质，只不过呢染色质是细胞分裂间期的形式，而染色体是分裂期的形式，它们含有的成分都是 DNA 和蛋白质。嗯，然后呢我们的核仁主要跟核糖体形成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细胞代谢特别旺盛的时候需要很多的蛋白质来执行功能，那核糖体就赶紧的多合成蛋白质，这个时候我们的核仁它是比较大的，因为它需要形成更多的这个核糖体嘛，它跟核糖体的形成是有关系的。 OK， 然后我们来展示一下咱们这八种细胞器，同学们，如果它画的特别丑你们就能认出来，是不是啊？在这儿呢都是我们最标准的一些说法，我们在同步课程上周老师给大家呢整理的更全面一些，这里面都是最细节最核心的那一些啊。比如我在课上给大家强调了，你一定要把高中能考到的逆着网的功能、高尔基的功能把它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嗯，咱们的同步课里面比这一块记的核心要点还要更多一些，好吗？啊，总之这些呢就是我们比较高频的最基本的一些知识点了啊，大家必须得掌握的。来做小题儿，同学们，第一道小题儿有关细胞膜的，自己选，我看看大家能选成什么样，加油，加油。找正确的选项。杨龙网络有点卡了，说下次找一个网比较好的地方上课。这道题同学们做的不错呀，开心开心。准备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好，这道题我们选择 C 选项，它让你选正确的，一切细胞均具有以磷脂双酚层为支架的细胞膜。对的，我们的膜具有一致性，咱们都叫生物膜嘛，对吧？它都是以磷脂双酚层为基本支架。C 选项没有问题，这是它们的共性。其他的 A 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保证了对细胞有害的物质都不能进入。刚才我说那个词叫什么？叫控制的相对性，叫控制的相对性，不是100%，要不然那病毒也不可能进来了，但是有时候它也能进来，是吧？二 B 细胞膜的受体是细胞间进行信息交流的必须结构。刚才不是给大家强调了，有一些人家就不是膜表面的信息分子进行接触交流信息的，有的人家干脆是两个细胞有通道，对吧？所以把这些类型都记下来，你就不是一门心思认为说老师只要是信息交流就是细胞膜表面的糖蛋白在进行这个功能，不见得。它不一定，大多数是那样的，但是人家也有别的形式的那个信息交流，好吧？植物细胞放在清水中不会胀破，是因为有壁啊，并不是膜呀，啊 ，B 它是比较坚硬的啊，有束缚力的，好吧？啊，这道题我们选择 C 选项，然后我们来看下一道有关核的考察。这道题呢，咱们呢先不做这道题了，我告诉大家答案是二 B， 其实是膜的选择透过性的一个，它死掉了。它就没有选择透过性了，但是它不死，它就不会让红墨水染料啥的进去，好吗？这道题你们自己可以做一下，我告诉大家答案。然后呢同学们来做一下有关细胞核的这道题，加油。
目前正确率还挺好的。找不正确的哟。读精准了，把题目里面的每一句话。好，我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结束作答。好嘞，这道题是加鱼，第一个答对的啊。这道题我们选择四 D 选项，四 D 选项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就是通过核孔，他说核膜有选择透过性，核孔也有选择透过性，前半句没啥问题哈。那核孔允许蛋白进来，允许 RNA 出去，但是 DNA 别出去了。DNA 作为我们细胞的总司令，它要到战场上溜达，万一死掉了，这个细胞不就完蛋了吗？记住，DNA 出不去，所以才有了帮它传信儿的信息。RNA 好不好啊？我们的核电也不会通过核孔钻出去的啊。然后 C 选项没有问题，它俩呢是同一物质，在不同时期的两种状态，它们的成分都是 DNA 和蛋白质，就是同一个东西，只不过形态不一样。然后胰岛 B 细胞它能分泌蛋白啊，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分泌蛋白，对吧？那我们口腔上皮，大家记住，上皮细胞赶明儿就死了，它已经代谢比较弱了，没有那么旺盛了。你看，回头就脱落了，就死了，是吧？我们的各种上皮，显然胰岛 B 细胞代谢更旺盛，然后上皮细胞呢代谢更缓慢一些，所以代谢越旺盛，需要的蛋白质越多，那核糖体赶紧的多合成蛋白质，跟核仁有关系，所以核仁比较大，而且核和质之间的交流也比较旺盛，所以核孔比较多呀，是不是？然后核膜包含两个磷脂双分子层，一个磷脂双分子层是不是一层膜呀？所以咱们那么多选 A 的同学是没把话读明白吗？所以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是两层膜的意思。如果它这儿只说含有两个磷脂分子层，那就错了。两个分子层，磷脂分子层是一层膜，但是人家说的是含有两个磷脂双分子层，看到没有？所以 A 选项呢是正确的。那个盛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明白你刚才在表达什么啊？稳固性你在说谁的稳固性啊？在说什么呀？好，那我们再来看一道有关细胞结构的贼典型的一道题目，同学们来看看这题是不是超典型的亚显微结构模式图的这种考察。郑老师呢，先带着大家把一二三四这些序号来看一下啊，都是谁？第一个呢是细胞壁，没有问题。第二个呢应该是液泡，第三个应该是核。细胞核，第四个应该是高尔基体，第五个你们自己告诉我吧。你们看它长得咦，黑乎乎的，愁死了。有没有同学一眼啊说，老师你嘱咐过我，画得多丑我都要认得，这么丑我也知道五是谁。赶紧的，再翻进去说一说，我不认得了，五是谁啊？好，蜻蜓特别棒，我的嘉庆也特别，嘉庆啊，你说错了，这个应该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叶绿体。那六是谁呢？六是谁呢？你看看丑的呀，六应该是线粒体，好不好？所以再叮嘱大家，它画的多丑，你自己也要火眼金睛，眼睛毒辣的把它认出来。然后七黑乎乎这一坨呢，应该是粗面那只狼，上面有负责的核。然后呢，九呢应该是中心体，八呢应该就是细胞膜这一部分，好不好？然后底下的选项。超经典的一些选项，你们自己做做，我看看有多少同学能做对啊，有多少同学能做错。加油！这道题又是超经典的题，嘉庆你要加油啊！错误的选项啊。咱们前面物质和结构零零碎碎的东西比较多一些，但是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其实挺全了啊，多看一下我们的同步课件啊，今天的课件也多看一下，课下多努把力。后面的话进入功能呢，就难度更大一些了。
好，倒计时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结束作答。深深，心态比较良好，是吧？特别棒。好，这一道题，我们的五七七三做对了啊，你是第三名，我们的佳宇又是第一名，咱们的丽君第二名，棒棒的。棒棒的。这道题呢，错误的，我们选择 C 选项。A 与能量转换有关的，那肯定是线粒体和叶绿体啊。叶绿体是把光能转变成我们生物体内细胞里面的有机物的那个化学能，是吧？那线粒体呢，是把有机物的那个能量给它什么释放出来，供给生命活动用。所以与能量转换的相关的可能是五和六，这个是正确的。此图可以用来表示低等植物细胞的亚显微镜。你看，有液泡。有什么呢？有叶绿体，还有什么细胞壁？这典型的是植物细胞啊，但是它竟然有中心体，那我说它就是低等植物细胞。低等植物细胞是有中心体的，高等植物细胞没有中心体，所以你看它就是这么来考中心体的。什么是低等植物？什么是高等植物？对吧？它不会再让你死记硬背哪一些低等植物。好，二 B 选项也是正确的。4D 选项，如果这个图表示的动物胰岛细胞，它不应该有 B 还不应该有泡液泡，还不应该有叶绿体呀。这个是对的，把这些都去掉，那我们认为它就可以代表动物细胞了。然后咱们看看 C 选项错在哪里？这道题很好的啊，把我们的各种类型细胞它的一个结构比较，咱们在课上不是给大家总结了那些表格啊？咱们的同步课上，同学们要好好掌握啊。若去掉五是叶绿体，可以表示洋葱根儿尖儿啊，真的去掉五根儿是没有叶绿体的，这没有问题。它又说是。分生区细胞，而且还是洋葱的亚显微结构。同学们看看，它是不是没有说齐全？如果是分生区，还得把谁去掉？是不是还得把液泡去掉啊？因为分生区的细胞都是小细胞，刚分裂出来的，还没有长大，没有中间带液泡的，所以这个还得去掉。还有就是洋葱，洋葱的话，它也是没有叶绿体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得去掉。洋葱它也是高等植物，把谁去掉？同学们，是不是得把中心体也得去掉？你看看我说的这么的糟糕，都没有说全，你们没看出来吗？你们真的没有看出来吗？好了，那这是我们有关结构通过这种综合性的小题，而且贼典型的亚显微结构的题，给大家呢再来练一练，然后我们来看看整个的生物膜系统的一个关联性。常考的图不外乎这种过程图。从核糖体到内质网，然后呢，再到小囊泡，再到高尔基体，再到小囊泡，再到细胞膜分泌出去，这就是整个的过程图啊。然后我们的一小段放射性，还记不记得咱们用同位素标记法做的这个实验的观察？一小段放射性从哪儿到哪儿啊？一小段放射性先从核糖体到内质网，但是有时候区分不开，因为核糖体内质网它就附着在那里了。所以你看看，先是附着的。富有核糖体的内质网，它的放射性比较高，后来它就降下来了。因为什么？因为又到高尔基体那里去了。后来高尔基体也降下来，因为又到分泌小泡，最后到哪了？到细胞膜那里去了。所以就这样一段一段的，这儿先出放射性，那儿又出放射性，那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们膜面积的变化可以是这种柱状图，也可以是这种。曲线图，总之你会发现高尔基体膜前后好像没什么变，那最终减少的是内质网膜，最终增大的是细胞膜，对不对？好了，这是我们常考的一些图，然后呢，这个我们在课上的时候也给大家总结了，说他们在结构上的联系以及他们在功能上联系，在这儿呢给大家再来重复一遍，也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膜这个概念，它在这个成分和结构上和功能上都有统一性，但是呢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你说内质网膜，你说高尔基体膜，你说线粒体膜、叶绿体膜，它有自己的独特性，是不是啊？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呢，只要是这个膜上它的蛋白种类和数量越多，说明这个膜它的功能越复杂一些。所以我想问大家的是，你们感觉着，你们感觉着，如果我在这画一个有膜的细胞器，你看看，你知道我画的是谁，对不对？你知道我现在画的这个家伙是谁？然后你告诉周老师，一和二，一是外膜，二是内膜，这是线粒体。那哪一个膜上的蛋白质的比例更高一些？你们自己选吧。是外膜还是内膜呢？对于线粒体这个有功能的细胞器而言，你觉着一和二哪一块它的蛋白含量更高一些，比例更高一些啊？不是说总数更多，是指的那个膜上含有蛋白的比例。是比较高一些。你们自己说哪里啊？哪里啊？肯定是，肯定是
二这个膜，也就是内膜，因为内膜那儿发生了相应的很多的功能，一仅仅是边界膜，一是外膜，二是内膜。内膜这儿发生了啊很多的过程，上面附着有各种酶呀，比如说呼吸作用的相应的酶呀什么之类的。内膜这么大，就是为了啊发生更多的功能的，所以内膜是功能膜，外膜是边界膜，对不对？有那么多遗憾，哎呀，好，有那么多期盼，好，你有遗憾，周老师呢有期盼，自己呢把遗憾弥补过来，我的期盼也就达成了，咱们一起努力，来吧，同学们。所以我随便举了个例子，就是在考察你结构与功能相适应。为什么这里蛋白多？因为这里干活啊，你外面这个膜呢，它的干的活比较少一些，它就是一个边界，在这隔开的作用，好不好？这些我不啰里吧嗦的说了。然后呢，咱们来看看这个小题儿是不是一下子你自己就能做出来了？加油！看准了啊，看准了。小眼睛看准了，选 D 的同学简直是要找揍了。这选的啥呀？你看那 D 都画成什么德行了？线粒体可是两层膜啊，有外膜，有内膜。选 A 的同学咋回事儿呢？好，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结束。12，很棒，你是第一个做对的啊。这道题我们选择 C 选项，首先是两层膜，这个划掉，它是一层膜，两层磷脂。这个划掉，那尾巴都冲外了。谁选四 D 了？敢不敢出来溜达一圈？给大家举个手，说来，我选的四 D，我是勇士。不能啊，四 D 这磷脂尾巴都冲外了，你选它干嘛呀？剩下的咱们就看 B 和 C，哪一个是内膜啊？细胞质基质这边应该是外膜，线粒体基质这边应该是内膜。哪边蛋白多？内膜蛋白多，所以别选 B，选 C 呗。这不是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意思嘛？好吧，来，哎呀，真的敢举手啊！我的那个亲娘啊，这可咋整啊？好嘞，那咱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这不就是我们的分泌蛋白以及其他蛋白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那其实，在我们同步课的课件里面有这道题，是吧？咱们来看看，这是信使 RA，信使 RA 呢会指导这些小胖胖，你看这些不就是小核糖体吗？来告诉他，按照我这个序列来合成蛋白质。所以你看，这些听话的核糖体在合成的这个小尾巴都是蛋白质，都是多肽链，都是多肽链。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一个合成的这边合成的，它就什么呀？留在细胞质基质中了，或者进入线粒体中了，或者进入叶绿体中了，或者进入细胞核中了。这是在我们细胞内部各个地方发生功能的这种蛋白质，是由这个核糖体合成的。然后你再看看左边这个圈一这边的核糖体合成的蛋白质，它就干嘛了？它就钻到内质网腔里面去了，进一步钻到高尔基体里面去了，以至于它可以到质膜，也就是细胞膜。质膜就是细胞膜，围绕细胞质的膜嘛，到这里去了，以至于它可以什么呢？到溶酶体里面去。这个小泡泡里面是有蛋白的，这个是溶酶体啊，溶酶体不是高尔基体脱落下来的小泡泡嘛，然后它也有可能分泌到包外去。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个小题儿，是不是就是我课上给大家说的那个高频的考验？咱们细胞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蛋白在哪里合成，在哪里加工，到哪个位置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佳瑜，咱们的同步课讲到了，你都回放看了吗？所以同学们拼命的把咱们前面的回放都规划好看完，别漏掉，漏时间久了你还看不看那回放？
啊，要不然就起不到作用了，是不是？周老师救你的命，别担心，佳怡啊。那图中双层膜包被的结构有哪里呀？同学们，双层膜当然有细胞核，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O 不 OK？好了，然后呢，分离图中细胞器，咱们用什么方法来着？用差速离心法，差速离心法，这都是基本的知识点了，是吧？差速离心法，然后呢，在涂色过程中，膜面积会发生变化的细胞器，问你细胞器应该是谁？应该是二和三。有的人说，老师，这个三不是最终没发生变化吗？这个没发生变化是指的最终的结果，但是过程它发生了，它先增大后减小。是不是？然后研究分泌蛋白合成和运输过程常用的是什么来着？同位素标记法呀，同位素标记法。所以你最后观察到的阴变量是什么？你是用同位素标记法，那你最后怎么记录它的结果呢？咱们应该是看那个放射性出现的位置，对不对？放射性出现的位置，就跟刚才我们做的那个实验题，你检测那个 X 是不是它的必需元素，你最后检测的阴变量指标是什么呢？自变量是 X 的有无，最后阴变量指标是什么？你看看那个植物长得好与不好，对不对？就行了。所以那是你最后观察的一个结果啊。OK，那这一道小题儿给大家呢再来巩固一下我们整个的膜系统，咱们的各种蛋白的问题，它在哪里加工，到哪里发挥作用，所以答案都在这里，你别担心。好不好？答案都在这里，你自己看一眼就行了，我不啰嗦了。然后同学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在第一次课的时候，秋季的啊，就给大家讲了所有显微镜的考点。但事实上，我们的实验有很多用到显微观察的实验啊，比如有一个实验，我在课上没给大家强调，但是我们的新教材里面有，所以周老师在这儿给大家补充一下要点就行了。我们要观察谁呢？对，这个专题为什么恨之入骨啊？不会吧？你恨越恨之入骨的专题，说明对你的帮助会越大。如果你越开心啊，感觉特简单的专题可能对你帮助越少，是不是？越小这么想问题好吗？我们的盛盛同学，好了，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观察叶绿体以及观察细胞质的流动。我们在观察细胞质流动的时候，是以叶绿体为参照物，因为细胞质是透明的，我们看不到。但是细胞质里面有叶绿体啊，我们以叶绿体为标志。是不是？然后去看它的那个流动，你能看到它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咱们是不是在讲显微镜的时候，我已经给大家讲过这种类型的题了？只不过当时没有做这个实验，是不是？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用什么材料呢？咱们喜欢用这个材料，或者说用这个材料，因为它们都是单层细胞。同学们记住，咱们用显微镜观察材料的时候，我们极其希望那个材料薄。如果那个材料厚，咱们就看不见东西了，因为把光都遮住了。因此，就算你拿到那个材料不是单层的，你也要把它处理成单层。如果它是单层的，当然很开心啊。比如我们刮一层口腔上皮，它本身展开就是单层的，就挺好。比如咱们拿洋葱，你不能直接把洋葱一半放在那儿，你需要撕下一片表皮来，是不是它就透明了？对吧？因此，同学们记住啊，我们一定把它做成单层的。而像黑藻和藓类，它们直接就是单层的，所以我们超喜欢。那你拿一块肉，拿一块根，它就不是单层的，它就是一大层，好多层，好多那个一坨肉，你看不到东西的。周老师回头之后，咱们有机会再给大家解读怎么把那一大块一大块的给它弄成单层的，好不好？那你再比如说，咱们还可以用什么呢？还可以用菠菜做这个实验，观察叶绿体嘛，观察叶绿体，菠菜叶。片叶肉细胞里面也有，但是菠菜的这个叶子，你比如说这是菠菜叶，它呢分成上表皮，分成叶片上面和叶片下面。我们一般撕的是下面，且我们把叶肉带下来。同学们有没有经验？如果拿镊子这样嗖一撕，撕下来的是透明的那个表层，你们有印象是不是？但事实上，你要撕下来带着一点绿叶肉才行，因为只有叶肉细胞才有叶绿体。而且我告诉大家，不撕上表皮，而撕下表皮的原因，所有的都不是子因为。如果现在就让你背下来说撕下不撕上，那你是不是感觉又记不住了？是上啊下呀，我实在记不清。你理解了，啥问题都不用死记硬背了。这个撕下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下面的叶绿体个大。而且不那么密密麻麻的，也就是说它数量相对少一些，但是又不会少到可怜你观察不到。
哦，它的个儿大，而且它不会那么密密麻麻，而我们上面的这个叶片上面的细胞里面的叶绿体个儿小，密密麻麻的，特别的多。那你理不理解为什么上面的大呢？哎，是不是你特别棒？为什么上面的小，下面的大呢？因为上面的小，它可以来回的移动，然后那个光照可以从上面透到下面去。如果上面的个儿特别大，把所有的光都挡住了，那这个叶片下面那些叶肉细胞还能不能照到光？照不到了。所以你看看人家植物本身多智能化，我只要是上面有植物细胞，我下面也有植物细胞。你想想那个叶片也挺厚的，一摞一层的。所以越上面的细胞，那个叶绿体个儿越小，它会来回的从这儿钻到这儿，从这儿，然后那个光照就从缝隙可以钻下来，钻下来以后，它就可以照到下面叶片里面的那个叶绿体身上去。同学们理解了吧？理解的同学再翻去回一，说老师，我这回真记住了，我喜欢观察个儿大的。但是哪里个儿大呢？肯定是下面的个大，上面的小啊。如果上面的个儿特别大，就把光照全都挡住了。这么去理解问题啊，真的理解了，永远都不死记硬背了。好了，而且呢，咱们观察这个细胞质流动的时候，同学们注意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光照的影响，还有一个温度的影响，这也是考题里面经常会考你的啊。那你比如说观察它，它发现它不太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它升点温，升点温的话，它动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再比如说你给它照贼强的光，这个叶绿体呢，它就避着光，它就往那个光少的地方去，用那个自己的小面借光。如果这个光特别弱，它就使劲往有光的地方去，用自己的大面去借光，所以它自己呢会进行调整的啊，特别的智能化。OK 了，这两个因素咱们也注意一下，而且还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必须得保证它是活的，是活的，你就不能让它在那干巴着。所以一般情况下，咱们都给它滴点清水，让那个细胞，让那一层，它是什么？它是水润状态。你在那儿别干巴着，好不好？干巴着它一会儿就容易那个失水，就死掉了，好吧？这都是我们常见的点。同学们呢，来看一下这一道题啊，顺时针、逆时针的一个问题，在讲显微镜的时候就讲过了，你自己别做错了啊，加油！这道题。我们的期中特别重要，周老师把所有的啊给大家总结总结，还有前面的一些点，我再额外的给大家补充补充啊，咱们讲义上没有的啥的。蜻蜓非常棒。你们前面很多那个具体的点有漏洞，这个题的选项好多选错的。好，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盛世，你们学校里面考那个考题呢，它不是为了直接对应高考的，它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更多的一些额外的课外知识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好嘞，考那个历史，高考肯定不会考那个发展历史的。好嘞，这道题呢，我们选择 A 选项喽。选择 A 选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以用藓类的，可以用黑藻的。黑藻它本身不是黑色，它是绿色的，是不是？如果用菠菜的话，你得撕下表皮，所以这个撕上表皮也错了。4D 选项大家都没有选，非常棒，听进去了。但是前面的怎么都忘了呢？是不是啊？然后高倍镜下可以观察到膜，观察啥膜？膜是纳米级的，再高倍也看不见。我们的光学显微镜只能看到显微结构，不能看到纳米级的亚显微结构。光学显微镜的极限分辨率是0.2个微米，这都是第一次秋季课给大家讲的啊。我们显微镜使用的很多原理性的东西，回去再看会看看啊。那 C 细胞质的实际流动方向，它是逆时针。哦，你在显微镜下看，它实际上也是逆时针，它不会变成顺时针。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 D，它实际上是个 P，你把它旋转了180度这么看的，但是你再把它旋转180度，它还是逆时针啊，该逆时针还是逆时针，这是一个环的问题，这是一个颠倒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如果没有什么方位感，自己在那个页面上自己在纸上画一画，你倒过来看看，是不是就能看出来了？哎呀，竟然分析错了，逆时针、顺时针，可还行？你要加把劲儿啊！好，加把劲儿，行了，那我给大家来看看。
咱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个承诺，说我们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咱们讲了显微镜，讲了生命活动理论，讲了细胞学说，讲了这个是吧？但是我这个有给你细讲吗？我没给你细讲啊。哦，承诺大家说，咱们等结构，等那个物质和结构都讲完了之后，大家呢再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如果第一节课你就理解这个问题，相当于你糊里糊涂啥也学不会啊，因为里面都是一些具体的你还不了解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把真核细胞的结构全学完了，在此基础上，我们去理解真核与原核的差异。原来我们整个生物界除了真核细胞还有原核细胞，咱们学的时候是以真核细胞为例来学了八种细胞器，学了细胞核，学了细胞膜什么的。那我们原核细胞是不是跟它比较比较，大家就能充分的理解了，也不用再啊一点一点去学原核细胞的什么细胞壁、细胞膜、细胞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放在这里才是最合理的一个逻辑，从而我们也就知道了咱们整个生物界的细胞的一个统一性和多样性。然后再给大家举一些常见的例子，哪些是真核细胞，哪些是原核细胞，到现在为止你再来落实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开心了？第一节课的时候落实那简直是胡闹呢，谁能明白呀？记不住也不知道在说啥，你就说细胞核你也不知道说细胞核是啥结构，你还没学呢，对吧？来吧同学们，咱们最后今天把这个东西补上了，我们所有的结构就搞定了啊！细胞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我们首先这个细胞是咱们生命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单位，所有的生命活动都离不开细胞。你甭管它是没有细胞结构的病毒，还是单细胞的生物，还是多细胞的生物，这个点呢，我们在第一节课大家理解了。现在咱们知道，哦，我们的细胞生物有什么？一个细胞的，像酵母菌啊什么之类的，有多细胞的植物动物啊什么的，还有没有细胞结构的这个病毒。但是病毒也得钻到细胞里面寄生，否则它自己独立的时候不表现任何的生命现象，也不能繁殖后代。因为繁殖这件事也是生命现象之一，生命特征之一。来，同学们看看，我们所有的这些细胞，咱们都要从物质结构功能层次去理解它的共性和差异性，而功能层次咱们还没有学完。现在我们只学到了物质层次、结构层次，后面一一的来学，咱们后面几本书都是在学功能，所以物质和结构是不是特别的基础、特别的重要？每学一个功能，就会牵扯到前面的哪种物质、哪种结构，你如果搞不定，后面是不是受影响啊？同学们加把劲儿呗，趁现在还有机会，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说共性的问题。从物质上来说，你想想元素组成不都是有共性的吗？当然也有特异性啊，咱们要不然碳、氢、氧、氮、硫、磷这些大量元素后面为什么加个等？因为有一些生物是有特异性的，对吧？还有化合物种类上，我在这儿随便给大家说一个考题，你是不是能答出来？比如我要检测我和细菌的差异性，我和细菌这两种生物的差异性啊，或者说我的细胞和细菌细胞的差异性，好吧？那我是检测氨基酸的差异，还是检测蛋白质的差异？你们自己选一二。一个我的细胞，一个细菌的细胞，我想检测这个细胞，不是检测共性，我是检测它们的差异性。你觉得检测什么呢？你们自己选，你们自己选。这不就是对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个生命观念的理解吗？当然，这个蛋白质体现的是差异性啊，我的蛋白跟它的蛋白有差异，但是我的氨基酸跟它的氨基酸是什么？是统一性啊，都是那21种氨基酸呢，是不是啊？当然有极独特的那种氨基酸，咱们不管它。所以记住，越低层次它的共性越明显，越高层次其实越能体现它的一个差异性。我们结构上是不是也有差异性，也有共性？你比如说结构上的共性，像咱们的细胞膜还有核糖体，这些不管是原核还是真核，大家都有啊。你有细胞膜我也有，而且咱们的细胞膜都差不多，对吧？你有核糖体我也有核糖体啊，对。然后在功能上，我只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凡是细胞它要繁殖后代，它全都是分裂。咱们到今天为止，地球上有这么多的细胞生物啊，我们一个个体就这么多细胞，你们还记不记得周老师给大家说过，所有的这些细胞都来自于我们的一个共同祖先，那个家伙叫啥名来着？咱们地球上诞生的那第一个细胞是我们的祖先，现在我们所有的细胞都是从那个细胞分裂来的，它叫什么？它叫 Luca。你们还记得吧？就是那个家伙是我们的祖先。然后下面这儿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是差异性的问题。我们的多样性，我们的差异性体现在也是方方面面，你的物质上、你的结构上、你的功能上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啊、形态啊、大小啊、结构啊、功能啊等等。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观念，你要知道结构、功能、环境它的一个适应性。彼此人相适应，你随便举几个它的独特性的一个例子。周老师给大家举了咱们题目里面经常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的红细胞，我们的红细胞就跟别的细胞有
特异性啊，相比它满肚子都是血红蛋白，跟它的功能相适应，因为它是运氧的，它已经没有各种细胞器核，它也都没有了，就为血红蛋白腾地儿，一肚子装的都是血红蛋白，而且它自己在运氧的时候，它自己不能偷摸的把氧气吃掉了、用掉了，它自己都进行无氧呼吸啊，所以它可独特呢，都跟它的功能相适应。再比如我在这给大家画的一个植物的筛管细胞，这是一个细胞，一个筛管细胞，两个筛管细胞，三个筛管。你看到的什么？你拿一片叶子，里面不是有叶脉吗？叶脉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束一束的筛管儿啊。这个筛管，你看这儿不是有窟窿吗？两个细胞之间是相连通的，它是干嘛的？它是运有机物的。所以，如果咱们植物的叶绿体制造了光合、制造了营养，它会运给全身各处，就靠筛管运呢。就靠它这些，所以你看它干的活就跟它有关系，它自己满肚子什么都没有了，就是运有机物的。它自己运有机物，不能偷摸把有机物都吃了，就好像端盘子的小二，自己过堂端盘子，一盘子里面自己吃了三分之二，给客人上三分之一，那不搞笑的吗？对吧？所以他自己中空啥也没有。他们说老师，他还能活得下去吗？有人帮着他，有一个陪伴他的叫半胞，就这个细胞在养活着他。他呢，牺牲了自己干活，运有机物去。当然呢，也有运血和无机盐的那个叫导管，那个只剩下细胞壁死细胞了，这个是活细胞哈。那它也是特殊的。还有咱们哺乳动物的卵细胞，为什么那么大个？因为早期胚胎发育的时候，是卵细胞储存的那个营养，给它提供营养的。等等，巴拉巴拉巴拉，这些咱们还没有学到功能，同学们呢？感觉哎，他们挺独特的，觉着挺诡异，是吧？等到学到功能，你就充分理解了。啊，他干这个活，所以他要结构功能相适应。好嘞，那我们来看看咱们的所有的细胞，你甭管共性，甭管多样性，咱们给它分成两大类。每一这两大类其实就体现了一个什么？差异性。但是每一类体现了共性，可是每一类里面也有自己的差异性。但是目前这个表格归的是每一类的共性，所以原核的共性是什么？真核的共性是什么？真核我们已经学完了，它们彼此的最根本区别记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们真核细胞有真正的细胞核，原核细胞根本没有细胞核。那同学们来看看典型的这两大类，这个家伙叫蓝藻，也叫新教材改成了蓝细菌。蓝细菌它是一大类，不要认为它是一种生物，它是一大类生物。这个家伙叫细菌，它俩在进化上根本不是一类啊，它叫细菌，它叫蓝细菌。那么它们都是典型的原核生物，就好像我们植物动物是典型的真核生物是一样的啊。那它们跟我们的真核生物相比有什么最根本的特点吗？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真正的细胞核。没有真，你看这里面这一坨蓝色的，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把这一大坨蓝色的，我给它拎出来，我给它抻直了，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东西，它是大型环状 DNA。 所以记住这个拟核是什么的呢？是大型环状 DNA。 环状 DNA 还记不记得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质粒，在前面的题里面，它是小型环状 DNA， 小型环状 DNA。 哦，它俩都是原核细胞。你看这个小环，看到没？哇，这都是我们原核细胞里面的一些 DNA， 只不过它的主要的基因都在拟核上，而且同学们记住，它们是裸露的 DNA， 裸的 DNA， 不像我们真核细胞，咱们真核细胞里面的 DNA 是跟蛋白质缠绕在一起形成染色体的呀。我在课上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你不要死记硬背，为什么咱们真核就得是染色体，原核就得是裸露的 DNA 呢？因为我们真核的 DNA 太长太多了，太大了，咱们的 DNA 一个细胞里面跟大肠杆菌相比，可能就是它的800倍、1000倍量那么多。可是我们的细胞个没有原核细胞的1000倍、800倍那么的大那么多呀。所以咱们需要把我们的 DNA 给它缠吧缠吧，就好像把长毛线缠成一个团，它的空间就小一些了，是打个包呀。是这个意思，他们不用，他们就直接裸露着就 OK 了。还有给大家说一说，你们想没想起来叶绿体和线绿体？叶绿体和线绿体，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最早的时候，叶绿体就是蓝细菌自己独立的啊。然后呢，线绿体就是这种独立的小细菌，后来他们钻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了。所以为什么叶绿体、线绿体里面也有自己的 DNA？ 你就可以把叶绿体 DNA、线绿体 DNA 给它等同成拟核就行了。甚至于有学者在叶
叶绿体里面竟然找到了小型环状林，找到了直立。虽然你看看我们这个表格里面，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就是根本的区别，就是有没有真正的细胞核，原核细胞没有真正的细胞核，我们的真核细胞有。你再看看核外 DNA 呢？核外 DNA 它有直立，而我们有线粒体，有叶绿体，是不是？我们没有直立，但是有一些真核细胞竟然有直立，也就是说酵母菌这个特例你要记下来，在我们的高中，酵母菌它是真核细胞，但是呢，它也有核外 DNA 直立，甚至包括以叶绿体里面没准也有小质粒。这儿这个家伙你就把它当成拟核那个样子就 OK 了。以后我们说真核细胞 DNA， 你头脑里面第一想到的是细胞核里面的那个染色体 DNA， 好不好？因此现在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细胞核，什么叫成型的细胞核，就是有核膜，有核仁，有染色体。你这个家伙根本没有一个区域，一个完完整整的核区域，所以我们把它叫拟核，叫核区，没有膜做边界，没有核膜做边界啊，这就是最根本的点。然后其次，刚才核外 DNA 也比较了，还有就是什么细胞器？细胞器的话，原核、真核共有的是核糖体，它只有一种核糖体，而我们那八种细胞器，更多的细胞器都有。嗯，然后 B 上的区别，啥呀？打个赌，扣一包辣条，什么东西？打什么赌啊？来。我们的祖先是藻类啊，打这个赌啊，嗯，回头研究研究进化的问题。咱们的必修二，也就是我们寒春课程里面春季课程最后给大家讲进化，进化超级有意思，是不是啊？嗯，好了，那在细胞壁上也是有差别的。我们动物没有细胞壁，植物细胞壁纤维素果胶啊，真菌细胞壁、几丁质都是糖类啊居多，是吧？然后呢，原核的是这个糖类和。这个蛋白质组成的叫肽聚糖，它其实也有多糖嘛。然后呢，支原体它是没有细胞壁的啊，大小这个也知道，我们的真核比较大，原核一般比较小。下面举的这个类群，同学们看好了，最典型的就是它俩。然后这边最典型的，当然我们这个是吧？但是还有其他的，我都给大家放在这儿了，但是怕你们不好记。你看这个支原体已经认为它是最小的细胞，它已经小的。几乎自己没臂，而且几乎不能独立存活了啊，只能跑到我们活细胞里面寄生去。然后为了让大家记得清楚，我把这些生物给大家呢重新按着顺序画了一遍。你看看，这是我们整个的生物界，有没细胞结构的，记住它根本没有细胞结构。你千万别说了，是病毒有细胞膜，有什么核糖体，一概没有，它没有任何的细胞结构。然后呢，我们的细胞结构的生物分成原核和真核，原核都是单细胞的，真核呢有单细胞的，也有多细胞的，而且我给大家画的这个顺序基本上都是从简单到复杂，这样你们记起来好记啦。你看最简单的病毒连细胞结构都没有，然后呢就是支原体连细胞壁都没有，然后衣原体个儿也小，比我们刚才说的典型的这个细菌个儿还小，那病毒更别说了，病毒都是纳米级的，类似于一个大蛋白质分子那么的小啊。那咱们再来看看典型的是它俩，典型的是它俩，而且蓝藻是一大类啊，比如说颤蓝细菌，咱不是叫蓝细菌吗？蓝藻，比如说颤蓝细菌，还有巴拉巴拉巴其他的啊，什么篮球藻、念珠藻、发菜，这些都属于蓝藻这一类，蓝细菌这一类。然后细菌啊，什么杆菌、什么球菌，这些带形状的，一般都是指细菌，所以它俩是典型的。然后同学们看放线菌，是不是跟霉菌它的样子已经长得开始有点像了？都是有点膜变形啊。那个霉菌就是咱们馒头上长毛，你在显微镜下看它就是什么？就是毛茬的那种。所以你看它俩都有点像，但是霉菌已经是真核了，有真正的细胞核，放线菌就不是。所以你看就这么过渡过来的。然后你再想想酵母菌是不是跟细菌也有点像，都是圆不愣登的一个小球，但是它已经是真正的细胞核。还有我们的蘑菇看起来有点像植物，但是它并不是植物，它自己可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进行自养的生活，它也是异养的啊。我们的蘑菇啊、灵芝啊，这些也是真核的。然后就是单细胞的原生生物，草履虫、变形虫、衣藻，这些植物动物我就不说了。好，这样的话同学们是不是按照顺序好记一些了？按照顺序好记，那咱们来看图咯。你看看，蓝细菌、细菌这些家伙，它没有其他的细胞器，它只有核糖体。你看这些小豆豆、这些小点点、这些小点点就都是核糖体。但是我能不能说，蓝藻因为没有叶绿体，它不能光合啊？这个细菌因为没有线粒体，所以它不能有氧呼吸，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人家可以光合，人家可以进行细胞有氧呼吸，有的细菌是有氧的，有的细菌是无氧呼吸的啊。就算没有线粒体，它不见得不能有氧呼吸，就算没有叶绿体，它也不见得不能光合作用。你看看这一层一层的都是什么？都是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片层结构。
上面会有相应的光合色素，但是跟我们植物的光合色素有差异。嗯，有差异。我们的光合色素是叶绿素啊，然后叶黄素，还有胡萝卜素，这个相应的这个叶绿素 A、叶绿素 B 是这些，但是它呢是有点差别，但是它也能光合，也有光合色素，好吧？这就是典型的它俩。然后同学们来看看这些细菌什么形状的，都有球菌呐、弧菌呐、链球菌呐、杆菌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再来看看，这就是蓝藻，看到了没有？蓝藻呀，哎呀我的天，看。这些小球藻、念珠藻什么之类的啊，它们都是单细胞的，只不过聚成一群，你看着连成串了，但是它是一个一个的单细胞。然后这儿又有一个知识点，带灯泡的不是都需要你记住的吗？这是绿藻，比如咱们比较熟悉的水绵，有没有同学已经学到光合作用看水绵？我们在暑期课的时候，周老师给大家看过水绵纤维镜下的，对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黑藻，你看多漂亮的叶片，多薄啊！然后呢，这个是红藻，这个呢就是褐藻，我们平常吃的海带。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些有颜色的全都是本叶的啊，本叶的这些全都是真核的，全都是真核的。再加上一个衣藻也是真核的，衣藻在哪里呢？衣藻在这里，你看这个小家伙，它就是原生生物啊，也甚至可以把它叫做绿眼虫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原生生物也谈不上什么动物、植物之分。有同学就觉得它是原生动物啊，它是原生植物什么的，反正你就叫原生生物，一个单细胞生物就完事儿了，好不好？好，皮老板是谁呀？好了，那么它们都是真核的，唯有什么蓝藻，也就是蓝细菌。它是，也就是咱们新教材为了让大家区分开蓝藻，它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藻类啊，所以给你改成蓝细菌了。它本身是个什么原核的，所以你看看跟这些是不一样的，好吗？看到有颜色的唯有蓝藻是原核，其他红黑褐什么全都是绿，全都是海绵宝宝。行，全都是真核的。好嘞，那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植物和动物，还用看吗？这都是我们暑期最早第一节课的时候看过的图。好嘞，同学们，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玩意儿，就是病毒。前面我们把原核、真核都搞定了，它们彼此最根本的区别，有无成型的细胞核，还有细胞器上的区别，巴拉巴拉的，对吧？啊，有共性也有差异性。然后我们来看看没细胞结构的病毒，没细胞结构，它就真的膜呀、器呀啥的啥也没有，它只有核酸一种。要么 DNA，要么 RNA，还有什么呢？还有蛋白，蛋白是外壳，核酸在里面做遗传物质。然后某一些病毒还有脂质、多糖什么的，大多数就是蛋白质和核酸，当然水啊、盐啊，那肯定也得有，是吧？然后这些例子你们多少记记呗，比如 T2 噬菌体是 DNA 病毒，乙肝啊病毒是 DNA 病毒，但是呢，这个 HIV。还有烟草花叶病毒，你别记住烟草，烟草是植物，烟草花叶病毒是病毒，好吧？SARS、禽流感，还有某一些噬菌体，不要认为所有的噬菌体都是 DNA，它们可以是 RNA。好，然后呢，记住这个病毒没有独立性，它自己没有完整的，没系统啊，它没有办法完整的进行代谢，所以它自己独立的时候就跟个分子似的在那儿待着，它必须钻到活细胞里面才开始咔咔的吃我们的活细胞的物质，然后用我们活细胞的酶，用我们活细胞的能量来完成自己繁殖后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离体的时候，它就是没啥生命现象。好，它极小极小，纳米级的，就等同于一个核糖体那么大啊，一个蛋白那么大，就类似于这种。比如我现在有个溶液，这个溶液里面呢可能有细菌污染了，那我可以通过一些过滤器把细菌过滤走，然后那个溶液就干净了。但事实上，那个病毒就跟着下去了，病毒你过滤不出来，好吧？因为它太小了。我们的细菌是微米级的，你才纳米级的级别差的忒多忒多了啊！假设我们整个这个课件这么大是细菌，那一个病毒可能在细菌内就这么一丢丢，可小可小可小的了，是不是？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纳米级的。而且咱们有一个考点，在题目里面经常考，我问大家，咱们能不能用含有各种营养成分的化学培养基来培养病毒呢？你们自己说能还是不能？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点，不能用化学合成培养基来培养病毒，得用活的细胞来培养病毒。而且这个病毒的宿主是哪一种细胞，就得用哪种细胞来培养。比如说 HIV 专门侵染的是我们的免疫细胞，它不认得别的细胞，不会钻到别的细胞里面去，所以它的宿主是谁，就得用那种活细胞来养活它才行，来培养它。OK 了，好嘞，最后来道题吧，同学们，来到小题儿这道题做一做。
病毒酶细胞结构，蓝藻原核，酵母菌真核。同学们做一下这道题目有问题吧？加油，加油！最后两分钟，坚持两分钟啊！最后两分钟。哎呀，今天这个任务好庞大，但是我们都完成了。嗯，加油！我信吗？我信，只要它存在，它就合理。我们是协同进化的，我们是共同进化的。如果所有病毒都没了，一定会地球上再诞生另外一个对人类群体的危害的那种群体。你可以看一看相关方面的一些研究和文章，挺有意思的。不要认为病毒没了就万事大吉了。嗯，只要它存在，我们所有的生物界都是共同往前协同发展的，协同进化的。好，哎，这道题，加油加油！再跟着周老师，我还有一道题，带着大家分析完了，咱们就下课啊！坚持两分钟，好嘞，五、四、三、二、一，结束。好嘞，所以你们现在想问题呢，我挺喜欢咱们高一的同学多发散思维，但是周老师呢，都能引导着你往比较正确的一个维度去思考，但是不限制你啊。那同学们，我们选择4D 选项，它呢没有细胞结构，所以凡是有细胞结构的，你看这是细胞膜，这是细胞壁，这是细胞器，都不能选。那么核酸所有的生物都有，包括病毒也有，所以这道题呢我们就选择4D 选项了。还有一道题带着大家分析一下，看吓不吓人。这里面又有病毒，又有原核，又有真核。噬菌体它是非细胞的，这个呢是真核的，这个呢是原核的，除了蓝细菌蓝藻之外，还有一些其他能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啊。然后呢，水棉是真核的，它相当于绿藻，蓝细菌是原核的啊，是原核的。来，同学们看一看，一框里面有什么呢？有病毒，有酵母菌。二框里面有酵母菌，有原核的这个细菌，然后四框里面前三者，哎呀，这三种全包括了。然后三框里面又有真核，又有原核，然后又有真核，又有原核。好，来，同学们看一下，正确的啊，找正确的，有没有同学已经找到了 A 选项？框一中只有它俩，是不是啊？框一中只有它俩，然后含水无机盐，还有蛋白，还有核酸，没问题。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病毒都有糖类和脂质啊。啊，这个，然后呢，二 B 选项，哎呀，你可真棒，佳宇选出来了是吧？框二内的生物不含染色体，框二内的是不是有它和它呀？嗯，真核细胞是有染色体的啊，酵母菌有染色体，不是都是原核，只有光合细菌是原核，但是酵母菌是真核。那 C 选项，佳宇是对的，我们选出来三内共有的结构，三是谁呀？三是又有真核又有原核，它们共有的结构，细胞膜、细胞质、核糖体，这个是共性，没问题。所有的细胞都得有细胞膜呀、细胞质呀、核糖体呀，是吧？这是它们的共性。但是你别说都有线粒体，你别说都有内质网，不是的，只有真核细胞有其他的那些细胞器。然后框四里面所有的生物都有细胞结构，这个是真的，只不过有原核有真核，且都能通过框四里面没有，把那个病毒也包括在内了，所以这个错了啊。这个错了，嗯，那个病毒不行，把这个去掉啊，都有这个就错了，因为它还包括那个噬菌体呢，噬菌体就不行，细菌细胞的话都通过分裂繁殖，噬菌体不是，噬菌体得钻到细胞里面去，然后呢进行复制化的那种繁殖，好吗？同学们，咱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了，下了课赶紧的下载课件，把我们的物质结构好好的再回顾一下，还有前面的回看没看完的，好好的规划好，全看完，好吧？啊，我们下节课继续咱们的功能模块，周老师带着大家进行物质出入细胞这个功能的学习。好嘞，今天到这儿，同学们有问题找辅导老师，拜拜。有问题找我们的辅导老师，拜拜。跟周老师 say 拜拜，我们下课喽，我点击下课喽，拜拜。咱们没有跟直播的同学，记得一定看回放，要不然咱们这个课程可就浪费了，就起不到作用了，所有的回放都看一下啊，拜拜拜拜，我真点击下课了。